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八员，已足法定人数。哎，是吧？好。好，部长请坐哈。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2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9时4分至12时11分，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2人，列席委员吴坤玉等15人，列席人员国防部常务次长许培山及所属人员，军医局局长吴黎昌，卫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长申立中，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冯义成，主席刘召集委员释方。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防部、卫生福利部、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报告如何提升我国现役军人之精神卫生管理、辅导措施、就医转诊程序、医疗环境与品质及退出及与退辅措施，并被质询。国防部军医局局长吴宜昌、卫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长申立中及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冯义成等报告，委员罗志镇等10人质询，均由国防部常务次长许培山及所属军医局局长吴宜昌、总督察室代总督察长吴宝坤、资源规划司副司长刘敬忠、人事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周兴国、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联战处副处长连志威、政治作战局政战综合处处长刘可云及新辅官吴志峰、陆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郭顺德、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展豪、三军总医院北投分院院长甄东胜、卫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长申立中、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冯义成及退出给予处处长王德本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徐志荣、陈廷飞及马文君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以上宣读。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事务有遗漏或错误？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务确定啊。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防部部长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我们介绍今天来备询的长官以及我们在场的委员啊。在场委员部分有罗志镇委员、王定宇委员。那我们今天国防部列席的长官有冯世宽部长。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蒲泽春上将，常务次长王信龙中将，总督察室总督察督察长潘进龙中将，政务办公室主任熊厚基少将，政治作战局局长文正国中将。军备局局长何安济中将，主计局代局长陈国胜少将，军医局局长吴宜昌中将，战略规划师代师长李廷胜少将，资源规划师师长陈正奇，法律事务师代师长林纯梅，整合评估师师长严正国中将，全民防卫动员室代主任蔡忠诚少将，国防采购室代主任黄希如少将，政风室主任古嘉二先生，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延普中将，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张延廷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周浩宇中将，
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尚永强中将，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胡延年中将，训练参谋次长室次长陈晓明中将，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中将，陆军后勤指挥参谋指挥部参谋长方玉军少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中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宏辉中将，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李世国少将，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毅少将，中山科学院院长张冠群中将。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国防部列席的长官。接下来我们请王部长就国防部的业务报告做口头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今天应邀在大会啊，向贵委会实施业务的报告，自感荣幸。事关之受命兼任部长一职，即向各方请益。今后将会在既有的基础上，根续精进各项的设施，同时也期盼各位委员、先进继续给予指导。国防事务经纬万端，为使各位委员先进了解国防业务推动的方向，紧就未来施政的方针，现在提出报告。国防施政的方针，第一个，厚植联合战力。国军为适应敌情的变化与未来作战的需求，秉持科技先导、资电优势、联合结集、国土防卫、建军指导，以筹建支电战力、战场觉知、危机应变、基础设施防护及联合防卫作战等核心战力为重点，渐进调整联合支电作战指挥机制与部队的层级，结合国防科技及民间网安的能量，强化治安防护及国家网络的安全，并透过联合作战指挥机制、现代化战场指管及提升资讯作战能力，整合我们三军兵火力指管中心及全民防卫的总体战力，借年度战备演训强化战力准备作为，确保国防作战任务之达成。密一台风防卫作战指导，积极提升预警监侦的能力，强化三军联合战力及完备后备动员的机制，并将今年筹建之早期预警雷达 P3C 反潜机、沱江舰、磐石舰、UAV 无人飞行载具、云豹甲车、雷霆2000、多管火箭、雄风三型飞弹、AH-64E 及 UH-60M 直升机等新式武器装备，纳入各项联合作战演训的验证，具体检视国军新兴兵力整建成效，厚实国军联合战力。二、强化训练作为。国军部队的训练以实战化为目标，并从严从难从实之要求，致重点于落实驻地训练、基地实弹的测考、精准飞弹的射击、三军联合作战演训、新兴兵力的换装、网络防护、后备部队训练及创新不对称战力的组训，以建构可持战力，达成克敌制胜目标。经105年明定为志愿役部队训练年，将全力强化志愿役部队训练，着重一专多能及体能战技，以彰显募兵核心的价值，坚实部队基本战力。第三个，努力兵制的转型，
考量现代科技战争形态所需的高素质人员，并因应少子化趋势的影响，在维护国家安全前提下，依行政院核定募兵制实施计划，兵役制度朝募兵制转型，以提升部队战力，形塑专业能力与优质形象，建构识斤识两的国军劲旅，令仍依维持宪法所规定国民兵役义务，将一年役期转换为四个月军事训练，以储备质量兼具之后备军人。后续延役后备军人短期入营服勤训练，以提升后备部队的战力。未来国军持续透过招募及严格训练，蓄积官兵专业的职能，提升志愿部队执行战备任务的能力，达成募兵制，提升国军的战力，合理运用人力，降低社会成本之政策效益。第四，积极国防自主。本部依国防法第22条，结合产官学研等能量，致力于现代化武器的研发、生产、维修，并借工业合作机制争取国外关键技术的转移，提升国内科技水准，以落实国防自主目标。令本部将配合国防产业政策，积极转化国防科技研发的成果，以引领产业升级，创造经济成长动力。国防自主主要的设计施政的方针是：一、国防科技规划，执行学术合作、关键技术及武器系统的研发，并就国军建军规划的70%进行武器系统量产，以国机国造、潜舰国造及其他先进武器研制等指标专案，厚植国防自主能量，运用工业合作额度，以引进关键的技术，提升科技研发的能力。申请科发基金执行军民通用科技发展科学发展专案，创造国防与民间产业双效的价值，积极推动国防科技研发成果，使产业化引领产业的升级，促进经济成长，检讨非核心能量伪商设计、制造与维修，以结合民间产业的能量，促进国防产业的发展。第五，精进灾害的救援。国军基于捍卫国家、保护人民的信念，将灾害防救列为中心任务之一，并依灾防法与政府政策指导，根据研修灾防作业的程序，精进兵力部署方式，广除搜救专长的师资，精实救难专业训练，筹购救灾专用装备，厚实后备部队救灾的能力。当民众生命财产遭受威胁时，发挥关键救援的能量，成为安定民心最重要的支撑。全球极端气候导致复合式的灾害剧增，国军本于救灾无国界的精神，积极参与国际人道救援的事务，并借观摩灾害示范的演习与交流，彰显我拯救生命、维护和平的普世价值。未来将持续强化灾防准备及推广国际人道救援交流，以提升国军整体灾害防效的救防的这个能力。第六，拓展军事交流，配合国家整体外交政策，以平等互惠、务实原则，经由高层互访、战略对话、情报交流、后勤交流、科研合作及治安防护等管道，持恒推动与我国家之军事交流及安全合作，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人道救援及灾害的防救等工作，善尽国军社会责任，促进区域安全稳定，并借推动智库交流及举办区域安全国防论坛等机制，宣扬我国防政策，增进我与周边国家战略性的这个伙伴关系。第七，提升精神战力。
国军持恒坚定官兵忠心信仰，砥砺军人武德与忠贞志节，缅怀先烈先贤，弘扬光荣历史，陶铸军人荣誉与信念，巩固精神战力根源，并借策办多元活动，结合网络宣传平台与媒体合作，自拍专辑，主动行销国军优质的形象，提升军人的荣誉与尊严，使其受到民众的肯定与支持，另透过保防教育、考核鉴定及内部清查等措施，强化官兵安全警觉，确保国军整体的安全，为维护连能风尚与部队的纯净，除运用阵风督察双轨制机制，以廉政工作汇报为枢纽，推动反贪、防贪与肃贪工作外，并落实营规管理、毒品的防治，还有性别平等、人员辅考、家庭联系等工作，同时强化审查稽核能力及贯彻采购行政兼办的作为，确为纪律与廉洁的军风。第八，落实官兵照顾，改善官兵工作环境与军眷生活设施，为优化官兵照顾主轴。本部根据运用土地活化，充实国军营舍及设施改建基金，办理三军老旧营区营舍及职务宿舍整建，提升官兵及眷属住用的品质，并完善军眷服务机制，扩大服务效能，以落实官兵安家政策。提供医疗照护方面呢，我们要培育医疗的人才及更新医疗设备，完善医疗的服务，维护官兵健康，并积极推动国军与荣民医院疗养体系互补合作机制，提升官兵及荣民医疗的照顾。在保证合法权益方面，扩大宣导法律服务及官兵全保的尝试，具体落实权益保障工作，责成各单位军法官提供官兵及眷属法律服务与辅导诉讼，维护官兵权益，另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协办官兵办理国军辅导理财专案贷款转借服务，使官兵能在运用正当理财的管道下安心执行战备演训的任务。为使国军志愿役官兵于退伍后能与社会职场顺利的接轨，辅导国军借退人员参加专业训练，并于结训后转介民间企业服务，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效益。结语，国防施政的推展，攸关国家永续发展，展望未来，将秉持专业与负责的态度，加速落实现代化建军目标，坚实国防力量，建立一支国家至上、尽忠职守、保卫国家安全与人民福祉的全民国军。敬请各位委员先进会议支持。报告完毕。啊，部长请回。好，谢谢冯部长的口头报告。接下来我们进行答询啊。首先，跟大家宣告一下，我们原例啊，本委员会10+2分钟，非本委员会8+2分钟，10:30截止发言登记。那现在我们请登记第一位发言的陈廷飞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请部长备询。委员早，委员好。冯部长好。冯部长准备好了吗？我心理上准备好了。心理上准备好了，但是我相信这些业务对你一点都不陌生。谢谢。不论是在国防或是未来我们所强调的国防自主，我相信依照你的经验，这些应该都难不倒你。但是是怎么沟通，应该未来的政府就是要沟通，
是，就是要让大家觉得人民有感，是不是？是的。所以彭部长，首先我要请教你，我们如何来突破国防预算的难题？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在新政府开始，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处理这些预算？我想我拿一些资料跟你探讨一下。其实近年来我们国防的预算，它占 GDP 的比例变化，其实从2009年占了 3%， 然后一路往下降，2010年 2.98， 一直到2016年已经到达 2.3% 至 2.4%， 是一路下滑，占我们的 GDP 的变化，其实跟过去所谓国防预算要增加，它所占的一个 GDP 的变化其实是反其道而行的。所以预算是现在国防很重要的一个关卡，那这个关卡要怎么突破？报告委员，我们以现有的这个国防预算，我想我们应该坚持我们内部的作业的检讨，而且要以筹建新武器、研发国防自主的为优先，这样子的话呢，还有结合民间这个力量的共同发展，让民间也承担一部分研发的责任跟投资的经费。我想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明年的预算已经编列了，我们暂时以明年的预算作为今年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会再重新呢再检讨我们最近这几次。也就是近年来我们到底国防预算在哪里可以改进的地方，我想这样子答复您。我们今年的预算是比去年还少，所以很清楚在 GDP 的比例就又缓降了。所以在明年呢，明年我们预计，明年我们就没有借口了，因为今年的预算不是我们现在的蔡英文政府所编列的，所以或许我们还可以检讨，可是在明年完全是由我们林权院长所带领的行政院所编列的预算，我们就没有借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的想法？我个人认为啊，林院长已经找过我，公开跟私下都告诉过我了，他说你们的国防预算呢，你们要好好的检讨运用，我们将不会拨给你额外的经费。譬如说你要动用预备金，他说没有充足的理由，我会不会给你们。这是今年啊。对，这是今年。这是今年。这是今年。我谈的是说今年因为它的预算架构就已经在这里了。是的。我谈的是说你对于明年的预期，明年的预算就是我们编的啊。是的。那我们一定要让人民有感，在国防自主，刚刚部长有说我们会结合民间的力量，是的，在研发的部分，在制作的部分，制造的部分，我们希望去结合民间，可是是在国防自主，起码我们在第一步的时候我要怎么踏出去，可是在踏出去的时候，那会面临到的是明年的预算我们要怎么编。我们有预期到明年的预算，我今天会提到这个事，部长，这马上其实我们编列预算其实现在就开始已经在准备当中了，编列明年的预算，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未来要做的一定要赶快来召开协调会议，要怎么把每一笔钱花在刀口上。是。那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国防自主的预算，我们在整个推动我们所有的未来国防发展的一个步调当中，怎么把它纳入，其实最后很重要，要让人民有感。谢谢委员指导。不要我们过去所做的，包括我们所谈论的，完全没有反映在我们的预算当中，我相信到时候我们一定就会被质疑，所以这个部分请部长要小心。是的。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很清楚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有很多传出的军方弊案，那或许是被误会，或许现在在调查当中，可是
在我们很多媒体的报道当中，确实有传出这样子对我们军方非常不利的消息，包括有军方采购的弊案、特战装备采购图利的问题，还有眷村改建的弊案，还有13亿军舰维修标案传弊案的问题，这些都是要我们引以为鉴的。也就是说，在过去常常发生这些所谓的弊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甚至监察院也不断的来纠正我们国防部，从过去的资料其实展示很多的状况。那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更公开、更透明，还是说还是一样像过去大家认为国防部其实在采购过程当中好像就是黑压压，也就是是黑布一片，我们完全看不到里面，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是我们被误解了？如果真的被误解，我们是不是应该透过什么的方式，应该把这些所有的资料更加透明公开，让大家来看，让真的能够有能力的厂商可以真正进入到我们国防部来，这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方向，是不是？谢谢委员对我们的期待。刚刚您提到我们有许多的弊案，让我听到非常的心痛。我这个人一生呢，中间呢最讨厌贪财好色。那么我想国防部里面三军他们都有一种感觉，今天我回到国防部，对这一个方面的要求是绝对会加强。那么我给委员保证，前面假如这些弊案是真的，我们一定会从实的把它加以调查公布。那么以后的作业，我以四个字来形容，我们一切要依法行政，也就会公开，也就会透明，也就不敢再有弊端了。谢谢委员的期许。公开透明真的非常重要。是的，过去大家只要谈到国防部的标案，大家就觉得有很多的问号。我觉得未来不要再这样子，我们如果把它公开透明，其实也可以帮我们很多国防部的官员去解除很多大家的疑虑或是质疑。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反而能够真正推动我们未来在国防自主这一块，那其实能够让更多的业者，民间的业者能够投入，有能力的业者哦，而不是像我们这个弊案当中所讲的，明明他没有能力，然后呢用了很多的方式去把自己包装成有能力，结果未来所交出来的东西连用都不能用。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有能力的厂商在哪里，有能力的民间团体在哪里，有研发，有制造，这些专业人力在哪里，这都是未来我们国防自主要去做的。所以既然推动国防自主，就是要更公开透明，把所有都公开化透明化，这样子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掌声。是的，报告委员，我听到了，我们在座的领导干部也听到了，经过媒体的传播，我想我们国军的所有官兵都听到了您的关切跟期许，我们会努力去做。部长，那我再请教一下好，就是说我想今天也传出有所谓的装病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们国军是伤。我觉得有跟没有我们都应该要了解清楚，如果没有，我们应该站出来说没有这件事，否则我们可能所有的国军会不会被蒙上另外一个质疑。所以这件事你们有没有调查？报告委员，今天早上啊，我们军医局的局长已经给我报告，这个我认为啊是一种传闻，但是我却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嘛，我在淡水行天武圣宫啊当主委，因此我会经过北投的那个疗养院。我曾经啊有私人的下去打听，还有我们那些信众也有告诉我，他说那里面 有一两百位，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竟然会判定是精神上面有了问题？
我们如果以正面的去面对它，那我们可能从反面就可以想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改善我们的管理，怎么样加强我们的训练，怎么样让年轻人对于国家的信念增强，更愿意当军人，他就不会有这些抗压的问题，就不会有精神的问题。我想这样子回答您，我们会继续努力。部长，因为如果是真的压力而造成精神上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要检讨我们自己的压力是不是过大，是不是？但是我认为应该不至于啊。那如果说真的不是，那为什么真的提出退役的资料那么多是因为精神疾病而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退役的动作，那到底原因是什么？我相信部长刚刚所讲的是未来，可是在前面这一头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因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也是要查清楚。是，否则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而让我们国军又被走出去，又说哇你们退役好像只要说这个拿一个这个病历资料就可以退役了，这样也不好啊。是的，这样会变成误导啊。所以部长，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么我再次提醒，如何推动国防自主，它的第一步很重要。是，部长，我们的第一步要走得准确，要走得公开透明，我相信这才能让我们奠定国防自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奠基。麻烦部长了，谢谢委员的期许，谢谢指导。好，谢谢。好，我们现在请江启臣江委员来质询。好，谢谢。麻烦主席先邀请冯部长。部长请。委员早。部长好。请教一下部长啊，就是说今天的业务报告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我从5月20号就职完了进办公室我就开始准备。在520之前你应该就发布要接国防部长了。是的。对不对？你几月几号被发布要做国防部长？你也不知道。我一下子忘记了。你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忘记呢？因为起码一个月、啊。因为很多人给我做简报。其实你算是在第一波人事 公布里面就有提到你。啊、所以其实这个你对国防业务照理讲你以前当过空军总司令。啊、对国防业务应该也都不陌生，也待过汉翔、啊。虽然说离开一阵子，但是我觉得这些议题应该对你来讲是不陌生啦、啊、是的，不是一个100%的文人部长。啊、那可是部长您刚刚的业务报告必须提出来、啊、在这个总共7页的业务报告，这是7页啊，7页的业务报告，在我听起来是口头报告，不能算业务报告，不能算书面的业务报告，这只是一个口头报告。那我没有拿到国防部的业务报告，这是今天交通部的业务报告啊，贺成旦的啊，你的是7页，他的是大概17页，这个是文化部的书面的业务报告，口头的业务报告。我请教一下部长，今年国防预算多少钱？今年国防预算多少钱？3200多亿。三千多少？3200多亿。3600多亿。我们目前用掉多少？我们现在执行的部分，我们执行了多少？1200亿。部长，你不能不知道。1200多亿。1200多亿吗？确定吗？确定。你确定吗？是。报告里面都不提。这一本报告跟3月9号的高部长报告有什么两样？请教一下部长，有什么两样？3月9号的高部长跟今天的冯部长是不一样的部长，是不一样的政府，怎么会是几乎一样的报告呢？而且是7页。
企业要来交代一个3200亿的国防预算的一年的业务，你叫我们怎么监督？部长，对，我刚刚到任了，很多成效还没有开始展现。我知道部长你刚刚到任，所以我必须提醒你，下面的所有的这些国防部的长官们，这是一个新任的部长，你怎么可以在业务报告里面连告诉他国防预算多少钱，还有告诉立法院目前国防预算用了多少，还有多少待执行多少未执行，全部都没有提，这叫业务报告吗？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部会的，那个交通部1116亿，文化部290亿，结果文化部写最多，你们3200亿，连交代个目前是5月23号，今年国防预算用了多少都没有提。部长，你认为这样子的报告，你要拿来立法院报告之前，你会不会犹豫一下？你有没有模拟一下我今天要问你什么问题？前面有人告诉我说江委员可能要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就报告还有人告诉你我要问你这个问题，结果你们还不准备？不是不准备，是我们准备口头来补充报告。其实部长，我跟你讲，这个报告真的我很难给你及格啦。是，啊、哦，我再举几个重大问题，你都没有回答。军纪议题这么重要，没有提。募兵制的问题要改善的也没有提。国防自主能力的限制在哪里也没有提。区域战略安全情势的转变，国防部的因应也没有提。敌情威胁的掌握也没有提。弊案调查也没有提。军事采购的费用也没有提。共谍的防范也没有提。还有重要优先法案也不提。请问部长，现在有多少的国防部重要优先法案待在立法院没有审？这个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所以连国防部最重要的优先法案是什么，你的部署都没有告诉你。所以这个让我有一个假设，就是那看起来马政府的时候国防政策你们全部接受啊，做得很好啊，没有问题啊，所以现在今天来报告跟3月9号报告一样就好了。我想国防是大家的啦，部长，我也不会分什么蓝绿，可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换政府换了一个新的部长，我们就有新的期待啊。可是你给我一个7页的口头报告，我姑且叫他口头报告，我如果叫他业务报告、书面报告的话，那是100%不及格啊。我刚刚提到的十几个议题，难道国人都不关心吗？你连最基本的，我请教部长，小英不能讲小英啦、啊，蔡总统跟马总统国防政策最大的差别在哪里？部长，你可以回答我吗？可以。好，请。不同的地方在强调我们呢，要国防自主。对，国防自主。而且要提升了我们全体工业能力、航太的发展。好，那为什么在报告里面没有提？你只用了很短的一个段落来提哦。好，我一直想要看国防自主，如果这是跟国防部这么迫切相关的政策，我的感觉只是觉得说，这本报告在告诉我，过去的国防业务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有国防产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新的政府要从国防产业着手。然后这一本报告也告诉我，国防产业不是国防部的事情，是未来经济部的事情，所以我不需要在国防部的业务报告里面来提，是不是这样？还是国防部根本也不懂国防产业，也不想推国防产业，那就交给经济部来推，是不是这样的心态？不是这样的，我想我们做这份业务报告、啊、可能有点疏失，就是没有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下次我们把它写成30页、40页没有问题。页数不是问题，关键是你没有提到重点。部长，你还搞不清楚我刚刚质询的内容重点是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用心准备嘛，对不对？我刚刚提到的十几个重要的、关键性的国防部的问题，不是国防产业而已，国防产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国防部你自己的国防内部业务都搞不好了，你如何去搞国防产业？啊，你连军机都搞不好，你要搞国防产业干嘛？我想这方面呢，我会加强要求，谢谢委员指导。所以啊，
我请教一下部长，如果就你这一次所提出来的报告，我想我很难看到你国防部的企图心是什么啊。我们新旧政策比一比的，照你提出来的这个报告，到底哪些是新的，哪些是旧的？我只看到整个报告，我看到大概两点是比较新的啦，所以其他80%几乎都跟旧的政策没有什么差异啦。第一个就是你提出来的所谓的第四军啊，第四军种嘛，好，那我就请教一下部长，第四军种是不是要设立司令部？这个在我们内阁在共同这个研习的时候啊，有没有要设立司令部？是这样子宣布，但是我有这样子宣布，我所听到的这个好像相关的部位。请问这个第四司令部未来的主责机关是不是国防部？我们研究了以后，可能不是，不是国防部，所以未来它不是设在国防部。我们可能是会支援的，就像支援部队一样。所以陆海空军三军未来不会改变，因为这个第四军种不在国防部，是这样吗？部长，你要讲清楚哦。这是非常重大的政策。我在这个共事营的时候，我们曾提出相关的部会首长也提出来，这个是我们全国的事情，不是光是我们国防部的事情。我当然知道是跨部会的事情。可是你不能到现在你上任了，你告诉我说这个不是国防部的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部位该来主责、啊、我没有说不是国防部的事，你刚刚说不设在国防部嘛，不是国防部主责，那我问你说，那请问是哪一个单位来主责？这个我们还在研究中啊，因为是科技部吗？对，是不是不会在经济部的？科技部呢？科技部我想他也不会接收。那这个司令部、欸、这是一个司令部，你刚刚讲说可能会设一个司令部，结果这司令部不在国防部下面，那请问是在总统府下面吗？不是，这个议题啊，是我们在共识营中间讲的，这个行政院要来督导主导这个事情，所以在行政院下面设司令部，哇，那不得了、啊、可能不是司令部吧，应该是设一个其他单位的名字，其他单位、欸、那叫第四军种。我们目前把这是民进党的国防政策哦。这是我们把它暂定是这样。暂定在行政院下面。不是，叫第四军种。对啊，第四军种啊。可是你刚刚讲第四军种不在国防部啊，那我问你在哪个部啊？我们在研讨，到底设在哪？在研讨，所以都还不确定。对。部长，如果还不确定，我是劝你不要讲。啊、哦，可是你既然这样回答，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未来你是要设在哪个部。如果这个事情对新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治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个治安办公室已经被撤掉了，法院被撤掉了，如果你不赶快把它衔接起来的话，我们治安漏洞谁来负责？到时候不能讲、哎、不干我国防部的事情啊，那个是行政院的事情啊，因为你现在已经讲明了第四军种不在国防部，对不对？我们还要听行政院全部的规划，我们听他们。所以部长，到底现在是不确定状态，还是说确定不在国防部？我的答案，我给你的题目其实很简单啊。我修正我的答案是现在还没有确定。好，所以你修正你的答案。但是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好，这事情要做，所以你正确答案就是目前还不确定就对了。可是你如果不确定，我们目前的治安是会陷入危险的。不会，我们自己本身军中就有治安的系统。军中自己有，但是军中以外呢？我们积极的在互相的合作中。好，部长，看样子这个问题你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了。我再问一下啊、哦，部长，可能这个你比较专精了、嗯，国际国造。国际国造到底我们从国军的角度，你又是空军出身的，你是要站在空军的立场来谈国际国造，还是要站在汉翔跟产业的立场来谈国际国造？国际国造是这个空军的需求，对，我们当然应该站在空军的这个立场，对，而且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来做。没错，我虽然当过汉翔的董事长，我没有理由啊，就是说站在汉翔的一边来看这个事情。好，反而我会去申请。所以现在的国际国造优先的是教练机嘛？教练机，几年内会做出来？他们故事108年的时候有模型机出来，然后109年可以试飞。109年可以试飞，对的。好、哦，
请问汉翔内部准备好了吗？我因为最近在忙的立院跟其他的部长，我要告诉你，我所了解的是董事长准备好了，员工没有准备好。我会去了解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很大。是，我会去了解。所以我刚刚问你，是要站在空军的立场，还是要站在产业的立场？因为如果只是要站在产业的立场给他订单，不顾空军的需求跟安危，这也不行哦。是的，国防自主不是百分之百一面倒导向产业哦。啊，国防产业不要忘了国防两个字，而只看到产业两个字。委员，我认识的非常清楚。国防自主也是一样。是。所以这中间，因为你涉及到什么叫自主，是百分之百全部自治叫自主，还是50%自治叫自主，还是关键零组件在别人手里，我们只要买得到也算自主，这是不一样的定义。是。但是我这边必须严正的提出来，不管任何。你怎么讲国防产业、国防自主、国防都是最重要的，这两个字是最重要的。从产业思考，从自主面思考也好，你都必须回到国防的根本要务，否则你会走偏。但是很可惜的，你的报告都没有讲清楚，所以我目前对这个政策是相当模糊的，国人也搞不清楚。哦、我还没有问的募兵制的，我礼拜四会再排。哦、请你好好准备，谢谢。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下一位我们请罗志政委员质询。主席，可不可以请冯部长？请部长备询。罗委员好。哎，部长长。辛苦了，这个520就是马不停蹄，马上礼拜一就排了一个业务报告哈。其实我跟这个刚才赵伟哈所认知的一样哈，520早上刚宣誓就职，下午2点多我就收到这个报告。我对国防部的效率觉得很钦佩，但是内容的部分的确是有需要更多补强的地方。那我们希望在未来更多的这个报告里面或专案报告里面能够补强这一块的不足。是的，我本来是期待就是说你宁可等到礼拜天再给我们，我们都可以等，不要急着520下午马上丢出5页的报告出来，内容的确很多地方还没有说明清楚。那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口头报告能有说明的机会。是的，部长，你今天是第一次的业务报告，你今天的宣誓是有对国人表达我们未来国防政策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希望部长能够非常慎重的做一些重要的政策的宣示，让国人知道新的部长、新的政府未来整个国家战略跟安全的一个做法。我们都知道国家安全可以从大战略、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战术、战斗到战绩这几个层次来谈。那今天我们比较少看到所谓战略这一个层次，所以我今天想就这部分跟部长多请教一下哈。部长，你提到一个叫做建军指导，那我们过去很多部长都提到建军的构想，你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一样？你这边提到你的建军的指导叫做科技先导、支电优势、联合结集、国府防卫，你的建军指导是在哪一个层次？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构想是全班性的，对，想法指导是要达成目标或者是目的。所以是在那个构想的下面这个层次，对不对？先有构想才有指导，对不对？是的。那我想请问构想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是最核心的。马政府、扁政府叫做有效吓阻、防卫固守，到了马总统时代叫做防卫固守、有效吓阻。那请告诉我们，未来的蔡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构想？我们会坚持啊，就是说防卫固守跟有效吓阻，所以延续马政府吗？还是回到扁政府时代？这次序是不一样的哦。是的，次序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哦。是的，吓阻优先。我认为啊，防卫固守是优先。我们第一，那你不是跟马政府一样吗？是这样子吗？我们可能是这样，就是做法上会不一样。那你告诉我，这两个次序不同在哪里？有效吓阻我可能先制，对，去把他的船团。机场、飞弹阵地也不一定啦，给他击灭。我们待会提到第一级跟第二级的能力。对，我现在谈的扁政府跟马政府最大不同，
就是它的优先次序或重心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是。那蔡政府是什么？我想目前呢，就是我接任国防部长到现在，我们应该是防卫固守第一。所谓防卫固守，那客组的部分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对，那会不会法案优先？这个防卫固守在那一天我们曾经非常明确的划分，第一级以后有效客组开始实施。当然了，没有错啊。那我就要问部长了，这个名词你们想清楚哦，到时候我们国防报告书里面或国防相关的这个文件里面要把这个先理清楚，这不一样的。第一级的战力保存，面对对方的攻击，第一级之后我们还有多少 survivability 保存的能力。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提到空军海军在四分之三的战力能够保存，陆军的部分希望能够达到80%的战力保存，没错吧？部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2016年我们现在的预期目标有没有改变？战力保存的能力，防卫固守啊，你告诉我的啊。对，第一级攻击之后我们保存多少？我们经过这一次的汉光演习，他们给我报告的，这个应该是高于这个2006。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参谋长是？那个副参谋总长，委员好，可以告诉我们现在战力保存，如果经过第一级之后，我们期待的目标或设定目标是多少？我们现在的设定目标不是以百分比在设定，那是多少？我们是在机动的战力保持，然后配合我们有固定的设施来做，然后寻求就是在对来袭的兵力做一个最有利的时空环境下，给他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就第二级的能力嘛，阶级的阶级就是第一级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级能力回去嘛。对，这个所以你没一个目标吗？没一个具体的量化的指标吗？我们有非常清楚的目标，但是有一个指标不是以百分比来做，那是用什么？你用机动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是根据情报和敌情进犯的能力、兵力的大小来决定我们攻击的力量。所以你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指标。我们不是用百分比来算。那如果今天在做汉光演习或任何演习的时候，有没有达到那个目标？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定的这个都是由参谋总长在我们的联指中心来集合我们的各个。换句话说，我们非常的清楚了解，在承受敌人的第一级之后，我们绝对有第二级的反制能力。正确。好，那反制能力第二级是所谓针对 force 这个军力还是价值？针对他的主要的能够进犯我的兵力，所以是兵力。对，不针对对方的城市，那是这个贺主他的后续。的这个有没有针对城市直管？这根据他的直管，还有他的这些能力。所以是 counter force， 不是 counter value。这个我想，如果说您要比较细的，有关于机密一点的，我们可以到您办公室给您做说明。哎，部长，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正式的政治上的宣示一下？征兵的做法，目前大家募兵有很多困难，所以征兵上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对不对？我们上次质询也提到，我们已经跳票四次了，马政府跳票四次了，可以告诉我们，82年次以后的役男是不是确定只接受4个月的军事训练？是不是确定？是的。所以不会再改了，不会改，千万不要再改了。已经立过法，83年次以后不会哈，83年次以后了哈。那82年次以前征兵的，所以到今年年底了，不会再延长了吧？我报委员，我是不是来？报告一下，报告我这边是市长跟您报告，请说。那么事实上，依照102年1月2号募兵制实施计划所定的所谓计划达成的目标，是以编制数的90%为我们这个所谓募兵制成功的一个依据。但是我想刚才委员指导那么多，从所谓国家的安全跟国防安全的考量上来说，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在102年以前，大概有4个年度。我们的目标并没有达成嘛，持续的达成。对，但是从103、104，包含今年我们持续推动，在所谓很多配套措施的配合之下，我们有了非常明显跟稳定的一个成长。所以我想依据这个部分，当然社会各界很关切，82年次以前的这个兵员，现在还剩下依据内政部所提供的数据是110,000多人。对。那么但是106年，我们只有29,000多人可以征用。是。所以我们考量很多所谓包含目前的跟后续的这个所谓可征役男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积极在推出募兵制的这个招募跟留营。所以我想从103、104，包含今年的所谓招募跟留营的比例啊，都有一个非常。我们只需要让役男跟役男的家属能够安心，是不要变来变去政策嘛。所以我今天只是希望国防部能够明确的表态，82年次以来这个不会再改了。是向委员报告。
募兵制这个政策是国家重大的兵制改变的政策，所以它不是说任何一个大家随便可以做一些调整。那我现在讲就是说，八十年是以前这一批。我想我主要的回答还是国防安全、国家安全。所以还是有变数。这个部分在年底之前，如果我们的国防安全跟国家还在延，达到我没有说在延，我也没有说不延，我达到国家安全跟国防安全，所以你不敢保证。所以我们会努力考量这个因素。如果这个因素稳固了，我想我们就可以。那这句话听起来就是有可能延哦。我并没有这样说。像我们的役男怎么办？要出国的委员，我跟您报告，要当兵的八十三年次以后，四个月军事训练，现在训练的非常完整，也很好。这一批很辛苦哎、欸。我觉得每一批是兵都很辛苦。我知道，可是这一批是完全不确定性哎、欸。至少八十年次以后，八十三年次都委员，我想您非常清楚，八十二年次以前这一次，如果他依照兵役法的规定。他如果不服刑常备兵役训练，他就要去做替代役嘛。我知道，但是他时间不是长短，是时间不是什么役，长短的问题、啊。一样的，一样的。好，没问题啊，我大概知道你意思了，就是没有定案嘛。是我们会以国防安全跟 国家安全的考量。那我们这些役男跟眷属就非常不确定了、哦。我觉得委员不必用这样的问话来让家属。增加他的心理上的一个疑虑或不是因为问话，他们本来就有这个疑虑，跟我问话没有关系，他们本来就一直在透过我们来询答嘛。的政策目标就是兵制转型，我们一定要努力。那其实我知道了，这都是前政府留下来的问题，我们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嘛。今天部长才刚上任，不是他造成的，这我了解。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部长，过去几年营区开放对我们国军来亲民募民、征兵募兵。或者相关的这种这个全民国防有没有帮助？你觉得营区开放参观，我觉得多少都有帮助，当然是有的啊，甚至有没有带动地方的经济繁荣？有哎、欸，有，光是一个湖口营区开放十几万人去参观，大塞车，创造很多小小的商机、小确幸，也增加人民对政府的认识，这绝对是加分的，对不对？是。可是我告诉你，2012年办了12场营区开放，2013年12场。2014年4场，2015年4场，部长，你知道今年几场？3场。今年几场？现在办的3场，我想我们还会再继续。好，部长，我就是要你这个承诺。过去几年，我们真的觉得营区开放参观对全民、对国军的了解认识加分的，而且对地方的这个观光也是有加分的，甚至更重要，对募兵是有加分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新的政府。要展现亲民的作为，可是我们一上任，部长，你今年你们的部署只排了3场，6月、8月、11月，部长，今年可不可以增加？本着我个人的信念呢，国防走出去，人民走进来，没错，一定要增加。今年可以增加几场？我想2场有没有可能？再加2场？假如不影响训练，2场是没有问题。就2场没问题，而且我期待中部跟北部，中部跟北部，你看到没有？凤山6月。花莲8月，花莲还有那个当地的县长结合观光业者说要促进观光、欸，哎，11月是左营，部长可不可以承诺至少今年再加2场，中部跟北部？不成问题，不成问题，是，谢谢。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常态化的增加我们营区开放的这个数目，这个对于全民国防，这个对于民众对国军的支持，绝对是加分的。谢谢。最后部长这一题啊，我让你礼拜四再回答我。我们老旧兵舍的一个整建，因为这个议题会影响到未来募兵的一个相关做法。到底我们现在有多少老旧的这个兵舍需要整建，占了多少比例，影响多少的官兵的居住品质？更重要的，我们的未来整建的时程怎么样？好，这一题你先准备一下，谢谢，因为这一题很重要，会影响到我们未来整个募兵还有建军的一个时程跟计划，好吧？谢谢部长，谢谢委员关心。好，谢谢，请王定宇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麻烦冯部长。部长备询。委员早。哎，早。部长，我想今天因为你就职到现在大概这几天而已哈。我如果能从你这边问到很仔细的答案，我觉得太过奢求啊！我希望你准备好再回答问题。
待会本席询问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业务单位可以支援。如果真的没有准备好，我们来日方长，我们这礼拜还会见两次面哈。所以我希望把一些问题弄清楚了，因为毕竟你是刚接任国防部长哈。那不管你过去的资历，还有你的出身哈，我想我们对你有一些期待。第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国防面对的严峻的挑战呢，除了财政的困难，财政衍生出来就会牵涉到我们不管是武器国造要投入多少经费，那经费不能花一半，你潜水艇不能做了一半沉不下去浮上来，然后呢，人才的困难不只是募兵的困难，你光造一架高教机，你可能光写程式软体的工程师就要相当的人数，人力的困难，核心技术难以取得困难，再加上中国解放军在外面的威胁的困难，所以这些困难都是我们面对严峻的一个挑战哈。所以我请教你，你知道根据我们国防法第31条，总统就任10个月内要向立法院提出4年期的国防总检讨报告，你知道这个事情吗？知道了。你们开始准备了没？我们昨天在国安会已经做初步的协调，因为根据国防法规定是10个月内。但是内也许下个礼拜，也许半年内，你们有没有预计多久会向本院提出4年期国防总检讨？昨天我们排的行这个时程呢，是国安会领导先把国家战略写。你们谈的是这一个总检讨吧？对，因为这是总统要向我们立法院提出的哦。是的。所以你们七成有没有讨论？如果没有讨论，你就不要硬回答。你到时候交不出来，你麻烦大。我跟你讲，大概多久会交出这个东西？昨天也没有设定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要开始讨论。对，另外国防部要提出国防产业发展策略，这个是你们部要提出来的、哦。是的，就一个政府的更迭、政权的轮替，你们大概要交3份报告，一个是总统的4年期国防检讨，哈、哦，国防总检讨。一个是国防部的国防产业发展策略，一个是我们参谋总长的国家军事战略，所以我先就叫后面这2项哈，我们国防产业发展策略，你们大概多久可以提出来？委员还是你脑袋没有这个东西？我想委员至少要给我们3个月时间。不是我要给你时间，这是你要交出来的，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因为国防产业发展策略，我平常心讲，我不太相信一个政。就前政府跟现在政府会有180度的大转弯，因为那个建立在既有的基础去发展嘛，所以这个发展策略你们大概是多久可以拟出来？我想至少要3个月。3个月？对，至少。至少，那至多4年。不会、欸。你的任期多久我都还不知道哎、欸。所以你至少3个月，这个要有期程。那我们参谋总长的国家军事战略呢？他有的是密件、啊、有的是机密文件，有的是公开的。待多久可以向本院提出？我想那是半年，因为这3个东西牵涉到刚才很多我的同僚问你的，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当一个文人部长，加上新的国防部，不管是参谋体系，我们准备的不管是建军或者应战，你有一个整套宏观的计划，然后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源去拟定，这个东西不能有空窗期的。所以你所谓的准备半年或者3个月，我必须在那边。残忍的讲，没有那么久的时间呐、啊，所以我今天不给你定时间哈，我真的希望部长这几份东西，我们讲数字管理或者目标管理，你可以从那边去看一下我们整个国防部现在整体的问题，好，这三个报告，我希望尽快看到哈。另外有关募兵制，因为我们招委有提到，我们这个礼拜会谈募兵制哈。募兵制，你觉得我们募兵制要募到150,000兵员，有没有办法达成？报委员是不是我回？你代答没关系啊。是是，委员好，这个委员关切的问题啊，我们有信心可以达成。不是，我跟你讲，我不跟你谈那些哈，有信心啊，国家至上啊，调整那个东西。你知道150,000个募兵兵员占我们2300万人的6.5%啊？是。美军的募兵的待遇比较好，还是台湾的募兵待遇比较好？当然，美军的比较优厚。那你知道美军的比例是多少？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国情跟我当然知道不一样。北韩募还可以100%的，我不是跟你讲这个东西、啊。我现在告诉你的是，现在我们提供的诱因，不管增加战斗加级等等，我们的待遇没有比美国好，是我们的比例要求的比美国高，美国募不到哎、欸。
美国的募兵是没有达成的。我举个实际的例子跟委员报告，如果以103跟104跟今年的状况来说，其实 我必须要回溯一下，在去年的10月2号总统公布了所谓推动募兵制暂行条例以后，我们对于其中第14条里面涉及军人待遇尊严制度的部分， 我们这个礼拜还会谈这个问题。我先告诉你题目，因为募兵制我相信本会每个委员都关心，它不只是役男，它牵到我们国防战力啊，你买再多武器你没有兵怎么用啊？而且我们募进来的兵如果都是勤务部队，战斗部队募不到人，真正当兵辛苦的第一线，我不是说勤务不重要，但大家都往勤务兵种去了，战斗兵也没有了，那这是个问题，会失衡。那我知道你们很努力在募兵了，这个问题我们要面对，因为国防安全没有色彩，国防安全也没有分政党的党派，国家安全是一致的嘛，哈。所以我看到这个两位都站出来哈，就募兵是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会国防委员会一定会专题来跟你们讨论哈。你们先请坐了哈。我还要请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国建跟高教机的问题哈，因为部长你本身是汉翔出当过董事长哈，我问一个小问题就好。我们不管是潜舰国造、高教机国造，我们的工程师够不够？汉翔告诉我是够的。不，汉翔讲不能当做你的报告啊，部长。你现在是部长，他是业者啊。我还没有去看，看的时候我去了解。他够是指哪部分够？就我知道的部分，工程师的部分，你没办法现在从学校开始训练啊。不可能。一定是现有市场上的人，造船有造船的工程师，软体有软体的工程师，每一个工程师需要的，还有的还要再培训，还要再转训。我们的工程师的量够不够？不够的话，多久可以把这个空缺补起来？哪一位幕僚单位可以协助回答？报告委员好，中科院报告，请说。我们现在中科院因为长期在从事国防研发，我们目前大概员额大概有8600多人。那这部分呢，虽然我们原先做的都是雷达或者是飞弹。但是相关的关键技术，共通性的关键技术，张院长是，如果部长这边启动了高教机，是我们要增加人力，我们还有原来的军舰在造的时候，你们工程师够吗？不，现代的员额是不够的，我们要增加。不够，你们有没有提报计划，请教育部到各个学校去开始开始培训？我们已经其实这个已经启动了大概有2年多了，我们现在中科院自己主动的提出奖学金培训，我们国防需要，但是民间不太重视的，譬如说流利。或者是推进这方人才，我们都已经在做了。院长，因为现在部长刚就任，我看也没超过72小时。我们这些题目，我们将来不是讨论题，这个会面对的。是，就说当你想要国建国造，当你要武器国造，你不能等到这个图出来了，发现工程师不够，再来训练要2年，要1年8个月，那个会来不及。是的，这样整个建军进度都来不及了哈。你请回哈。是，我最后请教部长哈。你知道我们整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只有两个国家哈，从来没有参加过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一个是金正恩北韩，一个就是台湾，这个说起来是我们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哈。那环太平洋军演，连中共他们在2014大概就开始参与了。那现在我知道状况是，今年的5月18号就不久以前。美国的众议院通过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法案里面有6点，里面包含了国防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应该跟我们台湾的资深军官交流以外，他第一条就写授权美国国防部长得以提供观察员身份给台湾军队参与亚太环太平洋军演中任何的海上作业，而这个授权法案众议院通过了，现在等参议院如果也原文通过之后，美国总统如果没有否决签署，他就会实施。所以就你就任国防部长，你对这个参与美军环太平洋军演，不管是观察员或者参与海上作业，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报告委员，10余年前呢，我在国防部当这个副总长的时候，我就极力的向我们参演的这些B 方的人员建议，希望我们能够参与你们的这个训练。我现在时间不够，我没有办法去听你10多年前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跟延续到现在，这事情实现了。这个情报你知道吗？因为这公开的消息。这实现了，对的。
那就你了解，我们军方对参与，你现在代表我们国防部哦，是的，对参与美军的环太平洋军演的态度，你简单几句话或者幕僚提供给部长，只要部长回答。我们呢积极的准备要有参与，并且要抱着学习的心情，而且要感谢美国对于我们关系的重视，所以乐观其成。是的，不，因为你说积极，人家还没有说要给你去啊，搞不好总统会否决，搞不好参议院没过啊。所以军方的提出的态度，因为它包含了海上作业，那我们的海军国际军种，我是相信我们有能力去支援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军方的态度，因为我们绝对跟北韩不一样啊，整个亚太国家只有我们跟北韩没有参加过，真的是。这个是委屈还是奇耻大辱？这国际现实。但现在美国的众议院、国会伸出了这一个手，那参议院现在准备要审议。我们这边我相信不分党派的国会议员，我们都愿意去游说、去告诉我们美国朋友说：“哎，我们可以参加过观察员，这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有帮助的。”所以国防部准备好了，也乐观其成，也希望美军能够促成这个事情。这是你们态度吧？是的。是吗？哈，是叫你讲，不是我讲，你在当部长啊。那我最后哈，我三十几秒，我这边有一包东西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清廉的部分，国防产业特别，我们接下来扯到军购以后，财务廉政政风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这里面我不知道哪一位。副部长或者长次或者是军备局负责国防科技工业机构委托民间经营管理这一块是哪一位负责的？应该是军备局吧，还是哪一位负责的？我不知道哈，我只能告诉你，我现在手上这些资料有违约，有关我们这个废弃炮弹、废弹 SDC 厂或者是热能厂里面连进驻厂区的督导，他的那个督导呢是造假的，造假的伪造文书我这边有。第二个，废弹处理的采购案，不管是 YR00251、P238 号等案一排，标到了厂商，有厂商，有厂商的女儿、媳妇，有厂商的协力厂商，也就是不同名称的厂商，要么就是他媳妇，要不然就是他的协力厂商。然后呢？违约你们的人还掩护，另外呢还图利，甚至还发生处理不当燃烧爆炸，伤害了我们里面的人。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我也不怪你，在场各位我也不怪你们，也许你不晓得，因为我目前看到资料还没有到国防部这个层级。是不是请部长，我今天如果给你突袭的话，我对不起你，你指派一个层级够的人，我把资料给你们，我们一起来查这里面违约的状况，这里面围标的状况，这里面我们台湾废弹处理的黑箱、这里面都有。你是不是指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我们一起来调查这个案子。好，请部长指派人员跟王委员这边接触，好不好？我想由总督察长室来接这个案子。好，那等让我们一起来联络。好，我们依法行政。谢谢。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刘世芳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可不可以请冯部长，冯部长还有普上将好吗？啊，普上将，谢谢。委员早。是部长早。我想才刚上任两三天就要到这边备询，确实比较辛苦啊。但是所有的部会啊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行政啊大概是无缝接轨，所以有些部分是延续的，那有些部分是新创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也要恭喜一下，说部长，我不是恭喜你上任，而是恭喜我们的蔡总统呢，他在上任的时候呢，美国的众议院就在5月20日通过一个国防授权法。那这个呢，可能部长相当清楚。我想针对这几个部分呢，要跟部长来请教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今年5月16日的时候，美国的众议院有通过6项保证。我想部长也相当清楚，可能我们的普上将也清楚，这6项保证里面呢，有几项是跟我们的军售有关的，是跟我们的国防有关的。第一个是美国不会设下结束对台军售的日期，然后你再跳下来，
第三个，不会在做出对台军售的决定之前跟中国大陆协商。我想这个对于台湾主权的尊重是在我们的美国的民意机构里面呢得到一个认同。然后再来再跳下来的部分，就是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立场。那这个呢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美国不会压迫台湾和中国大陆谈判。那在这六项保证里面有提到两项是跟我们的国防部有直接的关系，是否部长来跟我们表达一下，美国不会设下结束对台军售的日期，以及不会做出在对台军售决定之前跟中国大陆协商，这些部分啊，对于我们国防部的很多我们的同仁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还有我们在保家卫国的国防业务上面有什么样特别的宣示。来，请。我想两点报告。第一个，知道这样的消息啊，我们深切感觉我们台美关系这个发展跟美国人对我们的支持，让我们感觉我们更有信心来防卫我们这块土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应该积极做好准备，我们要以怎么样的，像刚刚前面委员问我们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军事战略，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武器，怎么样跟美国人的合作，我想这些部分都会附带的都会加强。我们这样不光是乐观其成，我们简直是非常鼓舞。我想部长也非常了解，过去这几年以来啊，台湾跟中国大陆啊，我们的军事力量还有我们资源上面的不平衡发展越来越往中国大陆倾斜，所以对我们友好的这些国家呢都是我们可以结盟的对象。那同时间呢，也在5月20日，也就是三天前，那么众议院呢的国防授权法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跟我们同仁呢也稍微提到，但是我想把它再弄清楚一点。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呢可以授权向台湾的部队提供观察员身份参与环太平洋的军演。这个部分我先来请教一下普上将好吗？来，上将，您是海军嘛？赵伟好，是。您是海军嘛？哈，好。我们是否以前也曾经参与过环太平洋军演，就是 RIMPAC 的部分？没有，从来没有参与过，也没有受到邀请，断交前任何的军种都没有。断交前也做过一些操演，那环太平洋这个还没有参演过。所以我们提到台湾的部队要提供观察员身份的部分的话，对于我们国防部来讲，你们现在有没有准备？因为法案生效以后即刻施行，现在我们的这个军队里面，尤其是普上将所领导的我们的参谋总部这边，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准备动作？尤其是海军方面。特别跟赵伟报告一下，这个海军啊是国际的兵种，它所有使用的信号术跟操演的战术的这些的科目里面，市场大会都通用的，所以海军持续每天都在做操演，所以只要美方同意，这个我们操演不是大问题。我想在众议院的国防授权法通过之后，其实已经提供一个窗口，或是提供一扇门，让我们可以进入这个 RIMPAC 里面的任何海上作业。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准备工作包括观察员身份是什么样的观察员身份？是我们的海军部队的同仁呢可以穿军装，还是需要着一般的服装，还是可以参与他们的战略战术，还有提供多少人可以参与，这方面是不是准备好了？这个还没有决定，因为是美方等到参议院全部通过以后，这细节的才能够再谈到下面。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什么叫做以观察员身份来参与？观察员就是随舰，像我们如果说是像学生邀请到他船上去见习啊什么，就算观察员，就是看他操演。他没有提到那个 midshipman， 就是指我们的学生的身份。现在没有，我说是如果举例的话，如果说像邀请上去看，就是只能看，你不是实际上参与这个操演。比方说，不管是我们当然不会只有去看嘛。对对对。那如果只有去看的话，请一个记者去看就可以了嘛。不一样。观察员的身份，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什么？还有每一个不同的国家都有派相当多人参加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每一个国家他们怎么样跟美国在做这方面的联合，或者其他的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坐在那个地方用 sit in 的方式来听？也许我们没有其他的很多的决策权，可是来听来学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嘛。是的。好，军方的观察员是不一样，他看的是他的操作程序，比方说你救灾反恐，他是看整个的程序，整个救灾反恐这些任务都是属于人道的部分，但是我现在所要指的不是指，因为他既然是讲环太平洋军演的部分，是指军事，
跟所谓的人道救援不一样哦。这我想觉得，我想要知道一下普上将现在所接到的讯息，我们准备的方向是什么？因为在第二项里面，他有提到，美国的国防部长应该进行美台资深军事人员交流计划。这个部分可能不止海军，我想请教一下部长，您了不了解这个部分？美台资深军事人员交流计划现在在我们国防部的准备里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改善美台军事关系跟促进合作？实际上这个我们已经在进行了。进行很久了吗？是现在才开始，还是以往在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就开始，还是陈水扁总统的时候就开始？我想细节的部分呢，不方便在这边公布。这个事情啊，在有几年的时间，在阿扁总统的时候就开始就开始了嘛，所以已经历经十年以上了嘛，对吗？但是我们这次要深化跟广度的要增加，要深化要广度，包括陆海空三军，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所谓第四军种，也是包括在我们交流计划之内嘛，对不对？对的，对的，是好。那再来第三个，也是跟海军相关哈。海军部长需要在适当的国务院部门諮商，并且在2017年2月1日，他已经把时间压定了。2017年2月1日，距离现在2016年5月23日，其实只有不到7个月的时间，要向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说明，允许台湾的海军人员参与美国军舰短期停靠在太平洋区港口活动的可行性。普上将，您知道这个部分吧？知道。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太平洋区港口活动的可行性是哪一个国家的太平洋区港口的活动？跟委员报告，这个都是后续的规划，都还没有确定，我也不方便在这边讲。但是美国有可能嘛？因为既然这是美国的众院要求的，美国的太平洋区的港口有可能嘛？是吗？跟委员报告，这个，我说有没有可能？确定有没有可能？目前如果说参议院都还没有没有可能？我也不能预测这个。你也不能预测，你们都很保守。我们先做。那有没有可能是台湾自己的港口？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都还没有确定。还没有确定。因为刚刚修腾腾家出来，这里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好我们能够做的准备。这样。至于政策性的而且是国外的政策，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好，这是国外的部分还不知道，是，所以必须要有更上级的，包括可能是国安会或总统府的授权，你们才能决定这些事情，是吗？这超过我们范围，谢谢委员。好，了解。好，再来，我再来请教一下哈，那个普上将您请回，在下来的第二个授权法的内容部分是台湾提出的军购清单的部分，还有美方同意出售的装备跟服务通知函，他们第一个的依据是台湾关系法。第二个当然是现在的国防授权法。那部长，您看到这个部分呢，对你有什么样子的感想，或者你有没有准备这方面？包括他的防卫装备是哪一些？我们的飞机是吗？潜舰是吗？飞弹是吗？细节的部分我们还没有谈到，但是呢，我想啊，我们会依据这一些六大保证呢，会提出更多更广泛的一种军售的需求。在什么时候可以决定？我想等他们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啊，在台 AIT 的人会找我们来协商的。我建议部长这边可以更明确的了解一下，因为美国的军方、美国的国防部啊，他们的效率是相当的高。如果他们的相关国会有通过这些授权法的话，会有很快的速度跟我们了解这方面的部分。好，我希望不要太保守，好，我们先期会做准备。我们必须要提出我们的需求，然后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好吗？是的，是的。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部分。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部分确实没有错，在2012年的时候呢，已经开始邀请美洲、亚洲、大洋洲、欧洲这些国家，欧洲甚至邀请到俄罗斯，在2014年的时候呢，甚至邀请了中国也参加。2016年的时候，如果台湾以观察员身份来参加，最有可能的时间是落在今年的6月，因为我用2012、2014都是在6月底左右。那所以刚刚普上将还有部长跟我回答说，我们现在都还不确定。我觉得这样我们的准备就太慢、太保守，而且太没有我们自己的进度。如果按照我这样的推论，我不晓得，好，也许他是说我们新政府刚上台，所以不要去。我想不可能，应该我们还会积极去参与。积极的参与的方式呢，
是怎么样的参与法，我也希望国防部这边有所准备。而且我想知道，在2016年参与的时候，中国应该也会在内，印度也会在内，越南跟菲律宾有没有在内？因为他们几乎也都算是这个环太平洋的一个国家啊。因为我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亚洲可以邀请印度，印度不在环太平洋，但是已经邀请了。所以如果照这样的进度的话，台湾变成其中的一个观察员身份，我希望我们的国防部可以更积极的，可以跟美方来联系，然后派适当的人员来参与。而且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子的身份，还有得到什么样子的方向，也请部长能够多费心神来要求，好吗？谢谢委员指导。我是说，是不是六月？应该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六月底，没有问题。我们准备来得及的。基本上准备来得及嘛？基本上应该是以海军为主，是吗？目前还没有定案，到底会邀请？我们一共，我想可能是这样子：先海军，后面再空军。好，那我希望还是一样，请国防部用积极的态度来参与这样子的环太平洋军演，好吗？好的。对台湾的这个保卫的策略啊，一定有很大的帮忙，好吗？是的。好，谢谢部长。谢谢您的指导。谢谢部长。下一位我们请马文君委员质询。马委员质询完毕之后，我们休息五分钟。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部长备询。马委员早。部长早。我想其实因为部长刚就任的时间非常短，所以看今天的报告书其实真的是太简单了一点。那我想以后还会有一些时间，我希望可以部长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以后可能对整个我们国防部的整个业务发展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讨。不过就今天，我想不然就几个政策的大方向来请教部长。不过先就我们内容里面，我们在报告书里面有提到有延役后备军人短期入营服勤，以提升后备部队战力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所谓周末战事的概念吗？我们设计是这样子，我想详细的情形请我们这个专业的同仁来报告。简单就好了哈，周末战事，我想请教一下施行的国家，他们服役的背景的条件是什么？现在有哪些国家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委员好，我是全中司代理主任。谢谢。那个周末战事啊，是美国它现行的，它就是国民兵，那经过基础的训练之后啊，这个利用假日再回去服役，那它可以。他的战力啊，大概等同于现役部队。他们有什么样的条件？对于这样子国民兵在他们后备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他们有什么样的？他尽量是以那种高战力或者高专业的。高战力跟高专业。我们目前教招其实也发生过很多的问题，所以如果美国可以做的，台湾一定可以做吗？我们常常其实很多都在学美国，可是后来学的。严格说起来有点不伦不类，有没有办法达成？我想我们应该做一个很好很妥善的研究以后再提出来，因为这样让人家感觉起来，如果我们在平常就都没有办法在教招的时候可以争取到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对象，感觉起来这个未来很像是临时工，或者好像国防部在用人力派遣啊，你用很短暂的时间，然后你就叫要让这些人可以进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先提出来，我想这个还需要讨论。虽然你没有把周末战事提出来了，不过我想这个概念在台湾做起来，也许会像人力派遣或临时工。我想国防部也要审慎的考量。接下来，我想请教部长，您依您的看法，因为现在接任部长以后，哈，以你的看法，我们。在你也曾经是高阶将领，在南海的局势跟两岸的关系，你觉得我们可不可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以后，我们可以挡多久？请部长。委员，这个问题我没有好好的准备。
这个问题是身为部长，因为我们随时对于两岸的状况现在越来越紧张，看得出来了哈，两岸的关系还有一些国际的局势，尤其在南海跟东海的局势，我想部长有必要对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是一个大方向，我们能够打吗？会能够挡多久？报告委员，我们对于南海的掌控啊，情势的掌控，对岸情势的掌控，我们可以说有100%的能力。100%的能力，我们用什么能力去到南海？太平岛离我们多远？海军多久可以到？我们的飞机可以到吗？所以不要用空口的一个口号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面临的就是南海严峻的情势，还有两岸紧张的情势。这个有必要，国防部不是用你有100%的战力。刚刚也有委员提到，2006年当时的一些准备、战力的准备、兵员，跟现在2016年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也说我们更好，是更好吗？今天我们最大的假想敌，如果是中国大陆，今天以他们的兵力，以他们对国防预算的投入，还有以他们武器的一些更精进的发展，我们有比以前更好吗？这个都是国防部应该要去审慎评估跟考量，不是随便在这里说你有100%的。有人要回答吗？刚刚谁说100%可以？我讲的是兼侦控的能力。兼侦控？对。兼？我们有监听、监察、征收。以南海来说，部长，以南海来说，我们现在目前是海巡的在上面。我们的一些通讯的设备其实并不完善，尤其是我们海巡在那里守，跟我们的海军也没有连结。我们光是讯息的，我们光是这个通讯的那个连结，其实就有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它的距离的等等问题，我们现在是希望提醒国防部怎么样去因应这个部分。好，现在因为。能够挡多久？我想这个也 不方便在这里谈了哈。希望可以有给我们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个方向，怎么样？我们的兵力现在是不是可以？以目前募兵的状况，我们的很多的兵力资源其实是有问题，包括我们的武器资源各方面，跟我们最大的假想敌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我想这个国防部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讨论。我想再请教一下，好，假设我们不谈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如果打起来我们可以挡多久，今天您身为部长，就您的看法，有没有需要有中战指导？当然应该要有起战，就应该有中战，有中战指导。你会怎么跟蔡总统建议？国防部的立场，我想这个决定呢不是我个人决定呢，应该是国安会，我们应该有一个国安小组来共同的研议。当然这个是可能 不只是国防部的见解跟看法，还有你的建议，可是国防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的对象。今天如果部长你认为中战指导有必要的话，其实应该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像连结我刚刚请教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挡多久？你今天这个中战指导就必须要有一个准备，你会怎么样建议蔡总统？我想这个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就您自己立场看法。这个要到这个战况发展，然后到了我们是不是要一兵一卒焦土政策，甚至于我们那个时候国家的政策如何。军人的立场通常都是一兵一卒啦，通常都是焦土政策，站到一兵一卒，那是军人的立场。对，可是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台湾的百姓也到一兵一卒？当然不可以，那当然不行。所以你中战指导，我请教的是中战指导这个部分，因为2008年马政府提出来的时候，有人认为这个是投降指导，这是投降的指导。可是就我们现在的状况，除非大家认为我们不会开战了、啊、哈。这个部分我今天特别提出来，因为你刚刚说的一兵一卒那个。不可能在现实发生，我们希望确切的怎么样让蔡总统可以明确的知道国防部的立场，以您的现在的角度，还有你现在的位阶，其实应该你认为应该建议嘛，那应该让他们知道如果站起来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接下来我再请教一下，我们里面其实
一直谈到国防自主。我首先请教部长哈，您曾经任职在汉翔公司，对国防自主应该也有一定的见解跟体悟。对于台湾产业界建立军事工业的能量，还有你对它实际的了解，台湾到底要建立怎么样的国防自主的能量？以目前你对汉翔的了解，因为新政府一直在提国际国造嘛，是的，你觉得汉翔可以？世界上真正能够造飞机的国家，原来只有两个，就是我们跟日本。后来韩国造了 T-50 以后，变成他们也是一个可以造这个飞机的国家。我讲在东南亚。那么像现在的这个发展呢，我对汉翔啊，因为我在当过他们的董事长，对于翔生案的提升，我对他们非常有信心。部长，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时间的关系，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可以很详细的，因为你大概都是过去的经验。不过我想要请教部长，你认为国机国造、国建国造还有潜舰国造，这个要达到多少的自制率才算是真正建立国防自主？现在有没有办法回答？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多少的，你多少的能量，这样才算国防自主？大家用数字看，认为是50%以上，实际上不是这样。譬如说，我们波音777的飞机，它并不是100%在美国制造，很多里面的装备是限购市场供应，经过认证合格，就可以组成这样的飞机。可是它主要的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可以自制或他们可以组装，那个都没有问题，所以那个就是自主嘛。今天我要请教的是，我们台湾有多少这样的自主能量？因为我刚刚请教的就是说，你大概是可以做到多少嘛？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我们的飞行电脑、我们的传动系统、我们的雷达，我们都可以做吗？有部分您提到的，我们已经在做了，像中科院有在做发动机。还有做电脑都是他们在做的，已经在做了。中科院要回答吗？委员好，这个所谓的 Airborne Computer 在我们这边是长期的在开发，另外我们也参加了国际丁肇中院士的国际太空站上的太空电脑，目前也是我们中科院设计跟制造，目前正在太空站上运作已经5年了，所以这方面的技术我们是有。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国机国造的发动机，因为未来其实包括潜舰了哈，你还有包括我们目前还没有执行完成的猎雷舰，其实有很多那个都是我们希望可以自己自主的，有很多我现在是举之前的例子，你未来要国防自主的部分，这些案子我刚刚提到的部分，我相信您刚刚说的那个是不是有能量，然后因为你如果是自主开发的，你可能可以做，可是比如像 F-16 如果它原来的装备，你可以把中科院的装备装到那里上去吗？可以整个做改变吗？就像我刚当初提到的潜舰的部分可以吗？报告院长要在这里很明确的回答说你可以吗？如果没有，我希望你审慎的考虑以后再讲出来。是，我们会审慎的评估可行性之后再给您报告。不过现在很多的装备其实在自主国防自主研发的时候，它是双向平行的，就像刚刚部长所指导的，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先引进外面的技术，但是自制研发从不放弃。那这两个平行的是所有的国家，像中共来讲，他买了潜舰，他也制造潜舰。院长，其实我们过去很多的机会，包括我们的光合都没有做好，所以其实未来在这一部分可不可以做好，我认为是有疑虑的哈。我们今天先提出来，想请教部长，今天我们国防部的人事会不会遵守人事规范跟惯例？以过去曾经有人有买官卖官的疑虑，现在可能在部里面也有一些人心惶惶，我想请教部长这一点。我给您报告，我上任以后一切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可能接受官说。假如我的官员有买官卖官，一律从法处理，就是严重处理。我们希望部长可以这样处理，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规范啊，大家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啊，不要有其他的。我会把它公开跟透明。请部长提供给我人事作业相关的规定，好不好？好的，好的，谢谢部长。
好，报告委员会，我们休息五分钟，五分钟我们继续开会。
我们继续开会啊，请吕玉玲委员质询。主席，请冯部长。请部长备询。林委员好。冯部长，首先要恭喜您了，荣任我们带着新民意的新政府的国防部长，尤其是你这个古稀之年能够来担任这个工作啊，玉玲也对你感到这个勇气啊，在担当这个重任的、感到非常的钦佩哈、所以本席也对你有很大的期许，因为你代表着新民意啊、新政府，所以你有很多的改革政策啊，它一定会跟以前的都不一样，是不是？是的。你这些改革政策就看到我们今天的国防部的业务报告里面，你看到这个业务报告有什么新的亮点吗？没有新的亮点，因为我刚到嘛、假如下一次这个业务报告可能会比较多。蔡英文竞选总部的这个国防政策的最高的顾问啊，你提出了很多点啊，那为什么说没有新的亮点呢？你要来改革的、不是，我们国防政策总要有延续性，是延续性的，对，至少要有延续性，要不然的话没有在既有的基础上去努力。所以你的延续性就等于说，我是看到的亮点是什么，就是三月九号我们的这个会期的第一次我们的国防部的业务报告，三月九号的业务报告跟今天的业务报告大同小异耶。我们现在来比一比好不好，这个里面强化训练作业是一模一样的，其他的你看到推动兵制的转型，那今天提出来的是陆力兵制的转型，还有这边巩固精神战力，这边是提升精神战力，优化官兵照顾，今天提出来的是落实官兵照顾。我们今天是希望看到带着新民意的新政府对我们国防政策一种新的这种方向来给我们做一个业务的说明。是，但是我看到这个宣示啊，等于是请了作文老师啊，把这上面的动词改一改，如此而已啊，这就是改革吗，部长？这不是改革，改革有很多事情啊，现在还无法诉之于文字，譬如说我们可能在我们的青年日报，我们也可能把它改版，这也是一种改革。
但是我现在就把它写出来，我们要准很长一个时间的准备。部长，可是你说了，你在这个蓝皮书上都有提到，有给蔡英文的建议，国机国造、国防自主，还有国防工业、第四军种，这等等，难道你不是准备好了才来接这个国防部长吗？是的，我心理上已经有准备。所以，那你的方向呢？你带给我们的方向呢？你准备好了，那这个提出来的业务报告跟前朝没有两样啊。是的，我觉得我的业务我知道国防是要延续性的，所以你的改革没有不一样。我想我下一次的业务报告应该比现在进步。所以你提出来的蓝皮书里面那种，今天通通没有提到，包括第四军种如何成立、如何募兵、如何让我们的国防更加的坚强，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的，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小英的就职典礼上说的如此的感人呐、啊，我们对新政府有非常大的期许。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参议院在18号的时候提出来了2017年度国防的授权法案。这授权法案里面大概有6项，针对我们台湾的一个授权，尤其是环太平洋这个军演，明年就要邀请我们来参加。我们海军准备好了没有？海军是国际兵种，他们平常都准备好了。平常都准备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那你看到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么大的动作？对这个6项里面，对我们台湾的一个授权，部长你有看法吗？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而且他认为应该加强我们自己本身防卫的力量。这个加强不光是武器的更新，应该有人员的熟练跟素质的提高。因此他愿意开放，让我们从观察员到实际去参与。部长，你没有深入的了解，也许你离开这个位置十几年了，本席在这边要提醒你，有一项里面它最重要的就是军购啊，它要授给我们一些装备跟服务。为什么这几年来没有提高我们提开出来的国防清单里面所需要的东西？今天他要给我们这些军购，给我们这些装备，是不是他要阻止我们的国防能力的发展，阻止我们兵力、我们的国防的一些装备 的一个努力？这点你有没有看到啊？我所看到的是他没有强迫我们去买他的这个高教机，也没有叫我们去买他的 F-22。所以我知道部长你所要提到的，他没有强迫，他开出这个清单，买不买是我们决定的。但是您看到没有，他开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是我们现在已经有那个能力的。我还没看到那个清单，是不是？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所以很多的军购啊，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真的要国防自主啊。军购里面，我们现在国际世界上，我们在美国的军购是第5位，第5位，买了这么多东西，而且他对我们的零零总总这些规划，这个契约里面，他还吃了我们很多的便宜啊。我们提拨了一些国防军购的经费，提拨出去了，但是我们还没拿到的国防我们的武器，他一样一样一次的跟你提拨你的钱，而且提拨出去事先拿走的钱还没有多算利息给我们。他 拿到这些钱必须要国防部你们同意，你们都同意了。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战力、我们的国力、我们的武器，我们自己要这个技术。我们军购可以，但是我们要求的一定要把技术转移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开出我们自己国防的清单。我所谓的国防清单是我们需要哪一方面的技术，我们要列出来。中科院有的技术，或者我们合作厂商可以提供的一些研究技术，我们都要列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我们再来向美国来军购，军购要技术的移转。看到我们中科院院长您站出来了，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国防专利数啊，
专利数啊，是大概有多少？报告，跟委员报告，通常我们国防的关键技术不会去申请专利，因为真正核心的关键技术，你申请专利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 know how 透露出去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国防这方面只有保密，但是不会去申请专利。但是民生科技上面我们会有，是。那我在说技转数，那有吗？技转数有，我们最近五年啊，我们的军品试商的技转金额大概是军品试商金额大概是40亿，但创造的订单的是170亿。那我们这有个统计数据，上次大院会议的时候要求我们把出一个书面报告，这份资料我们已经书面报告送到大院来了，是。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国防我们自己研发的技术，就算这些军购非常昂贵，我觉得贵都没有关系，买回来我们自己来研发，研发之后的话，让我们自己来升等，让我们的技术更能够提升，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跟所有军购的国家能够有自己的实力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部长是不是这样子呢？是，报委员，其实我们的心情呢，跟我们的想法都跟您是一致的，的确是一致的。您以后会看到，假如你再深入把我们去了解，你会发现我们都是照着您的话去做的。所以部长，我现在先请教您一下，你了不了解国防智慧财产权的概念跟定义？我可能有请参谋来答复这个问题。不行，部长，这你一定要了解，这是我们国防智慧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何去强化，如何去规划，如何去保障所有权人的一些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所以你要有这个概念，你才能够去执行。是的，这就是中科院院长刚刚答复的，我们自研自制的东西，这个扣着在我们手上的，我们是不轻言放出去的。假如是跟国家机密有关，跟我们国防有关的，是不会的。假如没有关的，我们这些应该是发给，或者是跟民间去合作，来提升全面工业的发展。部长，你也提到，又在提到全面国防工业的发展。这个工业的发展就当然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国际国造潜舰国造这部分。那我们会发现到，如果说我们要投入去国际国造，这个预算啊真的是无底洞，就像澳洲一样，他们投入进去的一些潜舰的制造，结果功效这个效率并没有能够提升。所以我们对这一方面啊真的要有完整一个规划，整个配套要来完成。是的，好，所以我刚刚是提到跟你讲的是我们的国防的智慧财产，智慧财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是智慧财产有两个政策嘛，一个是收权，一个是放权的问题。你如何去收权跟放权，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的技术怎么样去保护？那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去把这个预算分配？权力是在政府方面的去补贴，还是说我们国防部自己去把权力给保密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哦，所以我希望我们中科院院长在这边，中科院 也都很多的研究，把很多的研究，你说不能申请专利，专利数你不能公布，不能公布都没有关系，你要有一套完整的一些计划在里面，要来怎么保障？应该，院长，你有这个概念跟想法吗？有，详细哦，我们再找时间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是我们长期工作的一个重点，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中科院的所有的关键技术的研发啊，都是历经几十年传承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上面的技术传承跟保留，我们做得非常非常的落实。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很多关键技术都流失掉了。可是你在技转出去的时候，你这样的发包出去，你说是其他跟我们合作的一些企业产业这方面的话，我没有看到你们是比较开诚布公的方式去把这个技术合作，所以本席在这边一定要跟部长要提出我对这个我们国防智慧财产权的一个建议，有这个有四项哦，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防部啊，在国防智慧财产权能够第一个规划国防部的智慧财产权的保密制度。保密制度一定要做好。第二个就是放宽国防的智慧财产权的归属权，是属于哪一方的？
就这样收权跟放权这个部分。那第三个，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强化国防智慧财产权所有权人的保护。第四个是善用智慧财产权的资讯，这个能够做到这种保护，那才能够让我们的整个国防的保密能够做得更坚实，好不好？是的，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好，下一位请吕孙林委员咨询。主席，有请冯部长。请部长备询。委员早。部长您好，我首先想要先恭喜您担任我们新任的部长。那这是新的重责大任的开始。那面对人民对于新政府的期待，我希望你能不负所托，那为我们的国军未来的发展尽最大的努力。谢谢。我们蔡总统在他的施政方针当中，他有要求我们政府，我们的新政府要成为最会沟通的政府。所以我想请教部长，您未来会透过怎样的方式，将您对于国军治理的政策来向全民沟通呢？我已经跟我们部队的相关单位研究啊，我们可能会从先从学生呢开始着手，先从学生开始着手。我想让他们增加我们到军中来这个参观，参与我们合作，而且参与我们的生活，甚至于参与我们的战斗，然后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军人生活的形态，尤其是让他们接触到我们的志愿兵兵役的人员，看看他们到这里受训的状况，这两方面都会有鼓舞。这是缘由于啊，我民国1966年到美国去受训，我的基地啊，竟然来了一批小孩子。那天我是 duty officer， 我去接待他们，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这小孩子幼稚园的为什么接待？这个女士回答我，她说 "That's our future"， 她说我们将来的兵员，将来爱国的人就是这批孩子长大以后。所以这是一个夏令营的概念，从学生开始。我可能会扩大，更深入的把它去来实施这样子。好，那部长，想跟部长讲一个我们委员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委员呢，常常跟国防部要资料的时候，国防部常常会用机密两个字来做回应。那不然就是来的资料就是一张非常阳春的资料，那也跟我们委员说这是一张非常机密的资料，希望委员不要外泄。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个资料明明就不是太大的一个机密的问题，所以我希望部长您未来的一个和我们委员的沟通的一个互动是要更好良好的。那我希望您在这个部分是希望让我们委员有一个知的权利，那也希望我期许部长可以做一个最会沟通的部长。是的，谢谢您，我尽量努力。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希望让国防部让国军更好。是的。好，那部长您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网际网络数位化的时代，所以部长应该知道说网络现在上面有所谓的乡民、酸民还有网军，他们其实对于资讯的散播的速度是非常快速而且是大量的。那如果我们国防部没有立即对于不正确的资讯提出更正或是做说明，都很有可能在我们国军的形象上面还有部队的士气上面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那我想现在时代其实已经正在改变了，那网络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所以我们前阵子国防外交委员会其实也有在讨论说第四军种和国家资讯安全的重要性，所以我想请教部长您在未来如何在这个数位化的时代上面保护我们国防机密和增进国军管理效能，但是又能够让我们民众清楚的了解我们在这块部分，部长您未来有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强化？这是很大的题目，可是我也想用最简单的回答您，就是我们国防部自己里面有一个 Facebook， 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国防的政策，
比如说这一次就有发布我的讲话，那么呢，我想民间也可以进来看，不光是跟官兵的沟通，我们至少要做的这样子。好，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和民众的互动要再更加强。是的，我们会的。关于您所提到的这个机密的部分呢？对。我想我会回去研究一下。好。关于作战方面的，我们可能给的会比较少。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尽量的要满足委员的需求。当然，就是说，在保护国家机密的前提之下，我们要尽量的让人民、让民众知道我们国防部的业务，我们国防部现在在推动了什么样子的一个业务。那我希望就是这样的东西是让大家可以透明化，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我们国军的发展。对，那还有刚刚就提到，就是说，对于委员想要知道的一些资讯，我希望说国防部这部分未来是可以再做一个加强。是的。好，是的，谢谢部长。那部长，您曾经在媒体访问当中有提到说，对于国防预算的常年偏低、募兵制难以达成等问题，不只是薪水，而是军人要有尊严，要被社会重视。所以部长，我想您不仅在军中的经历非常的丰富，曾经也担任过汉翔公司的董事长，所以您在军中和民间的企业都有服务过，所以我想请问您，从外头回来看我们军队的文化，我相信你一定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就你的经验来看，要让军人有尊严被社会重视，这部分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想应该把全部这个是在这个国防白皮书里面写的，要我们现有的人员都是国家的资产。对，所以我想啊，应该学美国的国防部部长，他说我不但要使我们建立一个可攻可守的部队，而且我要去照顾这些部队的家属，要给他们最好的福利。我想这方面呢，我们应该去努力。譬如说，我们人人是不是都有职务官舍，是不是我们在居住的环境都能够让这个大家不但安全，而且能够休闲快乐，这个我想我们应该继续的努力。所以您认为说，增加福利跟照顾军人，还有要照顾他们的家人，是这块部分是我们未来要做一个努力的方向吗？是。好，部长，您曾经有提到说，募兵制宁可缺不要急，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募兵制现在的状况非常的不理想。那士兵的素质降低，还有志愿役续约率等等，其实都造成了全募兵制的实施一再的延后。那这其实对于我们国军的战力影响的非常的大。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初步的解决方向呢？我想第一个要恢复一个军人呢，就是说军人的形象非常的重要。当然，譬如说我国防部长，假如被今天当然委员对我都非常客气。假如在这个时候，全我们的官兵都看到我一个国防部长在这里被羞辱，那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一个事端呢还没有了解真相就扩大报道，那也会影响到军人的士气。因此，尊严跟尊敬呢是相对的。假如说我们有尊严，自然这个老百姓会尊敬我们。假如老百姓尊敬我们，我们自然会有尊严。我刚刚问的是说募兵制现在实施的一个状况非常不良好，那是你对于这样子的问题，你有没有初步的想法跟方向，未来的想要解决的一个方向？他想报告，但是我不让他报告。好，我想那我们留到礼拜四再来报告。不是，我现在告诉您啊，募兵还没有想象中讲的那么差，但是呢，我们却希望啊，在两个方面去加强。第一个，当然人数我们是希望要增加。第二个，我们素质一定要提高。好，素质要提高。是。好，那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是的。好，再来，对于国防预算的议题，您曾经表示过，上任后会跟政府各单位积极的沟通。所以，我们近年来募兵制所带来的财务压力，其实对于我们国军科技建军，还有装备更新等等，其实都造成了一个战力的不足，甚至是空窗。那比较105年和104年的预算来看，我们的人员维持费的比例其实已经升高到1461亿，它占了我们国防预算3217
3217亿的国防预算的45.%。那这么高的比例呢，其实已经挤压到我们作业维持和军事投资的一个费用。这其实对于我们国军的装备训练还有军购，其实都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在预算结构的部分呢，我认为说，部长您未来要去做一个适当的分配，不要去压缩到影响到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在这几次的考察当中，我对于我们国军所研发的武器和装备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我希望部长您未来这部分一定要继续的维持和为那个努力，不要让它被压缩。委员，这是我将来工作的重点。好，谢谢部长。再来，我们国军呢，其实这一阵子发生了非常多的官兵轻生的案件。那这五年来，军官因为心理疾病而退役的人数其实达到了600多人。那这对于我们国军的士气其实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上礼拜委员会呢，其实我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包含了国军心理卫生体系是否要改立为军医局，还有心辅人员专业度问题等等。那部长您之前在受访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说，对于军中行之有年的连坐惩处制度是有改革的必要。那我想这个其实在有当过兵的人呢，都可以体会到这个制度的不公平。不公平的制度，它会让人家不服气，不服气就会不满，不满心就不会在部队上面。那这样的恶性循环呢，其实会导致我们国军没有办法强大。那上礼拜许培山次长他在这边备询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带兵带心。我希望这句话也送给部长您，因为有心理健康的国军才会有强大心智来保家卫国。我希望您在未来也要注重这样子的问题。是的。谢谢您的期许跟鼓励。好，谢谢部长，谢谢，我们一起努力。是，谢谢。谢谢。好，接下来请黄昭顺委员咨询。哎，主席，我想请部长。好，部长备询。委员好。哎，部长，恭喜你啊，又回到这个国家重大的职务来担任重责大任。是，有几件事我想请教你。你那天有去参加那个总统小英总统的就职典礼，你有去参加吗？有。对，那你在现场看到那个现场，跟以前我们在不管是陈水扁总统或者是马英九总统的就职典礼，你都有参加吗？我记得好像都有参加，都有参加。对，那场景有什么不同？我因为坐在这个 AA2 那个地方，我没看到全部的场景，所以你没有感觉。嗯，你对那一天的这个就职典礼，你没有感觉？我没有太深入的感觉。哦，没有很深入。好，是。那我请教部长哈，因为以前我们的就职典礼大概人手一支国旗，是。结果那一天是人手一支香蕉。你有什么感觉？人手一只香蕉，我人手一只香蕉啊！大家，我没有拿到香蕉。你没有拿到香蕉？我喜欢吃，可是没那天没吃到。那你拿到国旗了没有？没有拿到国旗。你也没有拿到国旗。那你以前参加马英九总统就职，应该有国旗吧？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我不太记忆了。你不太记忆了。哎，我想应该会，因为应该有，而且在我来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是的。所以今天你是担任我们的国防部长，我还是希望部长，国家要在我们的心中。是的，是的。第二个我要请教你，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蔡英文，你没有拿到国旗也没关系。你也没有拿到香蕉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请教你一件事：美国在那个蔡英文总统即将就职之前，发表了一个公布中共的经历报告，你看到那一份报告没有？是，我有看到。你有看到？是。那你有什么感想？我感觉的这个
中共的军力啊日益的强大，中共的军力一直强大，对，你的感觉只有这点吗？当然对我们本身的威胁也是持续的加强。好，威胁也持续加强，然后我们有什么准备？我们现在啊，这个作战之前的情报的作业要做好，我们加强监控的能力。我再请教您一个严肃的问题哈，是，美国很清楚的说，他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是，然后还是维持我们台湾关系法一中的政策，反对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是这样嘛？对不对？是的。他主要的精神是这样讲，是，然后要我们把我们的国防预算在增加嘛，对不对？是的。好，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跟刚才本席所讲的，当天我们的就职典礼，我们看到香蕉，没有看到国旗，我们心里很难过。那我要请教部长，你支持台湾独立吗？我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你坚定的不支持吗？我从来没有听过蔡主席到蔡总统讲过台湾独立。好，可是那一天的场景，从整个的状况来讲，其实我们就在深自反省，为什么国旗会变成香蕉？这是我们在质疑的，这是第一个本席要讲的。第二个本席要讲的说，如果一旦，而且那一天整个的场景跟我们以前的场景是不一样的。有抗议的标语，有什么的标语？你有什么想法？我好像没有注意到那些。你坐在台上都没看到啊？对，我没有去，我都看到了。我没有去现场，但是我的心里系着中华民国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未来的发展，所以我是从头看到尾。我在电视上，其实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到今天为止，那我现在本席要再讲的就是说，如果一旦他们支持的是台湾独立，你会辞掉国防部长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我想啊，假如我辞掉这个部长部长，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问题是我们今天国军是不是已经国家化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部长你要坚定的我。第一天来这里就叫你辞职，这个有讲不过去了哈，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是是，就是你一定要坚定的站在我们国家台湾2300万人民的立场，尤其是我们看到美国这份报告，我们心里有难过，有检讨，也有反省，到底未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真的照顾到我们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我希望。因为这个你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我希望部长能够做到。再来，我要请教你，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我有一点难过。新闻的内容是说，民进党政府要派邱毅人去当亚东关系协会的会长，改变台日的关系。有吗？你看到这个新闻了吗？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好像记得是派邱毅人。我现在告诉你，就是邱毅人，不是谢长廷吗？谢长廷是驻日代表，哦，他这是亚东关系协会的会长。那我要请问，而且哈，这个非常重要，而且这个当中我质疑，本席质疑有两件事。第一，从美国的国防部的这个白皮书，再来，中共对，就是中共的经历报告，再回到我们邱毅人这个部分，我们清楚的知道。蔡英文政府是亲美日、远中国，我想你应该同意我的讲法吧？我想我们保持国军中立的立场了，应该你这个还要中立哦。对，因为这个当中牵涉到一件事，牵涉到尤其是邱毅人去，他说要改变跟日本的关系，本席质疑两件事。是，第一件事，以国人的健康，用福岛。辐射食品，那是我们在上一届立委当中，马英九政府我们坚定反对，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我们坚定的反对这件事。所以他说要改变，一个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本席在这里讲，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那个是什么岛礁，
我们派了海巡在那里，对不对？冲之岛礁。冲之岛礁，对不对？冲之鸟礁。冲之鸟礁。冲之鸟礁，哈。哎，这个叫岛还是鸟？哈，鸟礁。这个这岛在那边护渔，对不对？我们在那边护渔，然后派了一个拉法叶在后面保护我们的海巡署的船。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吧？知道。知道。好，我要请问你。你会不会上任的三天内又把那个拉法叶把它拉回来，而放弃这个护渔？护渔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对，你会不会把拉法叶把它调回来？不会把为了要改变跟日本的关系？不会的，他不会回到基隆港的，他应该在我们有利的海域持续的。有利的海域，还是在冲之鸟礁？那边吗？还是在那里吗？还是跟我们的海巡署是紧密相扣的吗？还是你们会回来？我跟你讲，我会盯着这件事。我知道这个，因为船的是机动的，它不可能停到那里不动，那是最危险的。所以它会在那个附近的区域。船当然要动了，船不动怎么得了？船就是绕着那个冲之鸟礁在那边绕，跟着我们的渔船在那边跑嘛。它必然要掩护海巡署的船。你现在跟我保证，你不会把我们的拉法叶把它调回来。所谓调回来是你说把它回到基隆港或左营港。我没有说回到基隆港跟哎，我跟你讲，你不要糊弄我哈。回到基隆港，回到高雄港啊，我就在这里就我看我就翻脸了啦。我所说的就是在我们整个护渔的海域，我们有一个台日渔业协定，应该部长应该知道这个吧？是的，是的。台日渔业协定当中，我们的所有的经济海域都是我们护渔，尤其这一次发生事情是在日本，而且日本极力侮辱台湾人民之能事，我们大家都看到。所以本席所讲就是说，我们这个船会不会不是船，那个叫做拉法叶，我们这个拉法叶会不会维持在那个海域当中？你不要再糊弄我说要回到基隆，跟甚至你跟我讲到台中或者花莲。这个报告委员，我们不一定非要派拉法叶不可，所以这个船呢，就是说您不要，所以你现在是技术性犯规嘛？不是，你拉法叶要回来的话，你要换哪一步去？这个海军他们会酌量航程的。所以换句话讲，你们现在已经做好要换回来的准备了吗？没有，他已经在我们这个还是这个有利的海域在巡逻，所以你不会换回来。换回来没有太大的意义。刚才你后面那一位是谁？他在你的耳朵，他在。他给我讲的。但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怎么做？报部长。委员好，我是国防部的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这个护渔是国家的政策。你们会把拉法叶换回来？你们已经准备要把拉法叶换回来了吗？我们没有说是一定只有拉法叶。我们派的只是主作战舰，那你派哪一部作战舰？你现在告诉我们呢、主作战舰我们是机密，我们一般的随时看我们海军的训练。本席在这里啊，再一次的重申，我想部长你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允许先射箭再画靶，绝对不允许。所以本席质疑，今天邱毅人要去就职，大概用这两件事再换，我们绝对不允许牺牲台湾人民的健康，也不允许把我们整个国家的主权跟我们整个渔民护渔的动作把它取消掉。所以我在这里再次严正的重申。好，以上，谢谢。谢谢委员的指导。好，再次跟你恭喜。好，谢谢。下一位请林德福委员质询。林德福不在，我们请萧美琴委员质询。好，谢谢赵伟，好，请部长。部长备询。委员好。部长好，我先请教一个地方问题，然后等一下稍后再问政策，国防政策的问题哦。那我想很多的军事设施哦，设置在台湾各个地方哦，当然都有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哦。那事实上，很多乡镇的民众对于军事设施设在那里，那平常有很我们的国军啊，一方面保卫国家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在很多救灾救难啊提供协助哦，国人
也都深感这个非常的感谢哦。但是啊，这个同时有的军事设施因为它所在之地哦，有时候会造成噪音哦，以及对民众的不便啊，尤其是有这个相关的设施存在，影响到这个会有禁舰跟限舰的这样的一些法规的限制哦，也对民众造成一定的限制。那他们权益受损的时候，有的地方政府就用减免地价税跟房屋税的方式来做弥补哦。但是这个感觉有点是啊，为了这个国家安全哦，应该是全民共同承担，但是变成是一些少部分的乡镇在承担相关的后果。因为地价税跟房屋税的减免，事实上是减免到最基层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税哦。那变成说承担跟承接这些国防设施，但地方却遭受到很大的损失。那过去我们也曾经多次来关切这个问题，但是国防部都以这个法规上面不允许为由哦，来表达没有办法做一些地方的服务跟回馈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在去年我跟蔡总统哦，当时是蔡主席访问日本山口县岩国市的时候，岩国市是在日本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使用的一个军事设施的所在地。那我也询问了当地的地方民代跟当地的民众啊，其实他们对美军的存在是表达是一个欢迎跟正面的态度哦。那我有询问说为什么有些地方不欢迎，那你们这里是正面的哦？因为他们就回说，因为这个地方的一些相关的建设，包含造桥铺路，是用日本的国防预算哦，在协助做地方的回馈跟支付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请问部长的态度，就是说如果说国防法做适当的这个修法哦，那可以允许国防在资源的运用上面，国防部在资源的运用上面哦，能够增加这个因为军事设施的设置哦，而造成地方民众的不便或者是权益受损哦，给地方这些乡镇哦一定程度的一个协助或帮忙，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你的态度是如何？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比如像飞弹营的设立，这周边的老百姓地方就开始反对啊。但是除了平民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欢迎的，因为这些官兵要消费，官兵的生活要跟民众在一起，所以他们开了许多的商店，开了许多的小吃店、理发店、洗衣店等等，等于反而地方的繁荣啊，因为这个驻地、这个官兵的增多而繁荣。那么平林这个地区呢，我想我们已经做出最大的让步。好像不只是平林啊，我听到好像也有台中地区也反对新设这个爱国者飞弹的这个机动。就是平林。哦，就是平林。就是平林，对的。哦，不是台新北市那个平林。是、哦，他们非常高兴在那边设了这个森林。你说他们很高兴，那我也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了哈。那我想欢迎反对应该都有，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尽量来降低这个反对的阻碍。是。那在许多地方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的法规来允许跟地方强化地方的一个互动，跟减缓地方因为军事设施的一个建制而造成的不方便。毕竟这是全民要共同来承担，而它的设置也有其必要性。好，那我想在花莲县，尤其是新城乡，这个影响特别大哦。那过去我们的王长赐也有多次的跟地方的沟通哦，但是这个最后还是面临到一些法规上面的限制跟问题。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新任的部长上任哦，在法规的严谨上面能够积极的来处理这个事情。是的，我把它列为工作的重点。好，那就整体的政策而言呢，这个永固案也现在是暂缓啊。那我们对于这个新政府对整体我们整个兵力结构的需求跟兵力的检讨，礼拜四也有相关的专案报告，我们非常期待。也许国防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更完整跟精致的一个整体的检讨哦。但是我想这是大家共同所关切的。那在做检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原则哦，也就是说应该先定定战略的目标跟战术的目标，再来决定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力哦，什么样的兵力结构。但是我觉得过去这几年这个感觉上都是先看我们到底能够募到多少兵
好，再来决定我们的整个兵力的总需求哦。那这个不是能够用喊价的方式来解决哦。那一下子说16万多，那马英九甚至喊到说可以减到14万多的这个兵力，但是他这个数据从何而来哦？他的算计的这个基准是什么？是不是符合我们整体战略跟战术的需求哦？这个是不是本末倒置，因为募不到而降低需求？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很谨慎的来看待哦。那国家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兵力需求跟尤其是我们整个军种的一个现代化，那该做整并的，该做裁撤的，或者是该做经济甚至是增加的，这个都要做整体的战略性的考量哦。但是啊，其中有几个军种哦，我今天要特别来了解部长的态度哦。像其实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后备兵力的一个运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募兵面临到一定程度的困境的时候包括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朋友也都持续的关注我们怎么精进我们一些退伍军人或者是后备军人他的一个参与的程度哦。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特别关心一些很害怕跟担心自己被裁撤的这些单位，像宪兵跟海军陆战队这些相关的单位对未来的一个角色扮演部长的态度是如何那这些这两个军种，特别像宪兵跟海军陆战队，又刚好是退伍军人的这个凝聚力最强的这两个军种那他们有高度的认同感也有一定程度的荣誉感但是现在面临我们整体的一个国防兵力总检讨的过程当中未来何去何从，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些明确的规划跟态度那过去在宪兵的部分，我们在上一届也曾经包括在各种的考察跟讨论当中，曾经主张是不是让他特战化或者是做角色的一个转换那另外在海军陆战队的部分其实 Marines 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精英的军种也是一个高度有高度荣誉感的那也是美方也持续甚至是纳入这个亚太地区的各种的这个军事活动跟讨论当中一个优先会选择的军种所以他们的一个存在 我相信都是有一个存在的必要性只是他的未来的角色扮演的问题那请问部长的态度是如何？我们没有现在我们没有要裁撤这两个兵种的计划，但是像委员指导的，我们是把他的任务加强或者是改变，这个我们会去研讨。但是我想啊，我个人非常喜欢海军陆战队，因为他们的战力的训练，我也很喜欢他们，加上他们这个吃苦耐劳，这个一日陆战队终身陆战队的这些标语，跟他们能够做到的，这个我非常喜欢陆战队。那么宪兵当然，可是我们现在在决定这个未来的角色，不是在我们自己个人喜欢与否 是在一个角色的扮演。我们会把任务，那对于他们未来的任务跟角色，你有什么样的规划跟期待呢？我想我们会继续在做，因为我刚上任了，无法 一次答复得非常完美。不过部长你也不是菜鸟啊，应该长期在国防领域都非常有经验，应该有一定的一个自己的看法哦。这是我们一个部队里面呢快速机动反恐最有力的部队，最有效的部队。好，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其实是应该要加强他的一个训练那提升，尤其是在现代化的一个反恐过程当中，也需要一些新的技术跟知识那这个部分一并来纳入未来的训练。那对宪兵的看法呢？我的门口就有站宪兵，我觉得宪兵对于我的安全非常重要。可是他不是只有站岗的角色啊，对不对？他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角色。你的期待是如何？而且报告委员，这个地区的警察机构啊，都非常希望有宪兵能够协助他们去执行勤务，因为他们有司法警察的身份，而且宪兵到底看上去雄壮威武，这个能够给警察增加很多的助力。而且事实上，宪兵对于我们军纪的维持，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的仪容的端庄，也使我们在各个地区都能看到，哎，这是国军的形象，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你听起来你的角色定位是门面，跟一个辅助地方执法的角色，那除此之外，有其他在整体的战这个
整体的兵力当中有其他更重要的角色吗？因为如果只是门面，我相信每一个军种都该有他的门面。他们的训练、哦。那我还是希望说，这个定位上面、哦、能够做更扎实跟，跟、哦、未来角色他的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定位、哦、是。那当然，部长刚上任，还需要一点时间、哦、但是我想，这两个军种哦，应该也是因为过去有各种不同的传闻哦，也造成人心不安哦。那部长有责任来安定军心哈、哦，稳定军心。那所以在未来角色的一个调整跟转换哦，也希望能够有明确的一些方向。是的，委员您放心。嗯、好，谢谢。嗯、是。好，下一位我们请管碧玲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部长备询。委员好。部长。哦，我是为了刚刚您答询时候一句话，然后赶快跑过来。您刚刚加重语气哦，回答说我不支持台独。你还是认为这是很完美的回答吗？我不认为这是完美的回答。你要修正吗？我不需要修正。你不需要修正，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蔡主席跟蔡总统提过我们台湾要独立。你有没有听过他口中说出我不支持台独？也没有吗？也没有，也没有。对，好。如果你不支持台独，那国军保不保卫台独？我想我们国军应该是保卫2300万人，跟保护这块土地。那他保不保卫台独分子？我们并不特别的指出来，因为我们军中是国，对。可是你说你，我们是国家化的，台独，你不支持台独，但是你保不保卫台独？我们行政中立化。因为郝柏村说他不保卫台独、哦、我不是郝柏村。对，所以你不赞成国军不保卫台独，但是你个人不支持台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好，那如果有一天台湾在一个很复杂的国际情境之下，突然台湾人民举办了一次公投，主张台独，那时候你支不支持台独？如果那时候你还是国防部长，那时候当然顺从民意嘛。顺从民意，就像会支持，就像蔡主席当选总统，我们都应该支持。所以你现在不支持台独，是因为台独不是民意，是不是？您这样子的问我，答复不出来。答复不出来。可是你刚刚为什么会那么自然自在的？我不支持台独就答复出来。因为我没有听过总统讲过我们要台独。本席认为不应该从你的口中说出这句话。是的。有一个数字是2014年7月3号 BBC 中文网登出政治大学所做的一个民调，在这一次的民调当中，台湾人民当中支持台独的民意首度冲破20%，高达23.8%。所以今天你担任的国防部长，如果这个数字持续到现在的话，你担任的国防部长要保卫的人民当中有23.8%，他们是支持台独的。所以当你说出我不支持台独的时候，这些23.8%的人民心目中怎么想？他想我会保护全体的人民，不会、啊，当然包括他在内了。没有，你刚刚没有这样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说国军保卫全国人民，我们不去分类，或者说我支不支持台独不重要，但是国军保卫全国2300万人民，你可以这样回答。你早教我就好了，我就会这么说了。好。真的，我愿意这么说的。你愿意这么说，对不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你收回那句话，好不好？好。你内心可以不支持台独，可是你不应该从你的口中说出这一句话，好不好？好的。因为你是国防部部长。是的。你要保卫的人民当中，很多人是支持台独的。是。好不好？谢谢指导。是。我们来谈军队国家化，也就是部长您刚刚的这一句话所显示出来的。您带领的军队其实也是一个国家认同分裂的军队，而这种分裂让我们国家的军队在国家的中层上面，有的人他是想要保卫现状以及未来的台独，有的人他们是保卫的是中华民国的现状以及未来统一之后的中华民国。你知不知道你带领的队伍里面有这种双重的国家认同的冲突？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带领的军队里面其实也反映了社会在国家认同上面的分裂？
我想多少会有吧。所以你带兵的时候，你要如何的去带领大家，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国家的军队，而面对这种国家认同的分裂的时候，在军队之中你要如何的因应，这一套思想教育你有没有准备好了？我想我至少要告诉他们，我们应该国家至上，人民至上，对对，人民至上，国家至上，国家至上，人民至上，对不对？对。所以有关于政治上面的分裂的议题，我觉得无论如何你是会面对到的。就像是部长您今天讲说，我们可能会让后备军人回流，我让部长看一个简讯，这个简讯是最近在我们退役的军人社群里面被写出来的一个简讯，是我们的一个退役的军官在这个社群里面写的一个简讯。而这一位退役的军官家中的子女目前仍然都是我们现役的军人，也就是说是一个军人世家，这样的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世家，在他退伍之后，他对于我们蔡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他做了这样的评价。部长，他的评价是狠毒滑头加阴沉。他认为蔡总统一开始的时候细数社会如千疮百孔，因只是丢下一个烂摊子，真是狠毒。而两岸关系，他认为没有承认九二共识，而把区域全球南向发展包含进来求得解套，他认为是滑头。所以整体来讲，他认为是阴沉狠毒兼滑头。部长，本席没有要做思想检查，本席是呈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这个退役的军官，他不是退役以后才有这样的思想。当他在军中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思想了。他仍然认为我们应该要接受九二共识。他因为这样的意识形态，对于民进党的国家元首充满了痛恨跟偏见。我要部长您审慎的来应对。我们国军有国军的历史，历史留下来的包袱在军中，我们承认那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我们用很包容的态度去面对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够不去面对国家的处境，有一套新的思想系统，我们共同的在军中共同的分享，大家荣获对国家的未来有不一样的想象。可是今天我们身为国军的时候，我们有共识，我们有共同的使命，而那个共同的使命必须如何的去含纳两个对国家认同的不同的两个冲突对立的思想，我想这是部长很大的挑战。因为部长您刚刚脱口而出你反对台独，换句话说，国家认同在部长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选项，而这个选项在您要带领我们国军的同时，你这么明确的选项，可是你要面对的却是你的国军弟兄当中也有很多人对国家的想象跟你不一样。而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国军心目中的国家是什么？它变成是一个难解的习题。国军心目中的国家，我们军队国家化，军队属于国家，可是是属于哪一个国家，你是必须要面对的。是。可是部长你刚刚让我们误以为你认为军队不属于台独那个国家，这是我很担心的。我抱歉了，这个我希望立法院能够把今天您讲的话把它分享给我，我回去再仔细的再重新再听一遍，因为我觉得我今天上了一课，谢谢你。好，我也不会责怪您。是。因为毕竟你刚刚有说了，你说你刚刚上任，你的答询不尽完美，而且你也愿意收回了那一句话。是的。你也愿意去思考，当作为一个国防部部长来带领国军时候，他面对的是国家认同分裂的国军，他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的。他要如何去定义我们军人心目中的国家，这是一个很不好处理的课题，我们希望你处理好。是的。就像是沪渝，台湾基于非常复杂的外交情境，
所以我们的护渔多半是以海巡署的舰队作为护渔的主轴，而不以军队作为护渔的主轴。尤其是当我们以军队作为护渔的主轴，而面对的又是亚洲地区非常复杂的主权争议课题的时候，我们更要审慎小心。是，所以部长，对于冲之鸟礁这个海域之间的护渔事项，国军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去参与，以什么样的角色去定位？本席也希望我们国防部能够站在外交与国际关系以及渔权的保障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本席是认为应该要透过外交与渔权的谈判来解决争端，是用对话跟谈判和平的解决争端，也保障渔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寻求解决，比我们用军舰出动去护渔的强势作为相较之下，如果我们有选项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们认为以和平为优先，好不好？是。是。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选项，而日本他悍然拒绝我们在公海上面捕鱼的权益的话，那当然另当别论。可是如果我们有和平的选项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以和平为优先的选项。是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好，谢谢。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徐志荣委员咨询。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冯部长，请冯部长备询。部长好，首先恭喜部长荣任我们国防部部长，也祝你胜任愉快。谢谢委员。我不是拍你马屁，只要国防部的部长还有所属的官兵都胜任愉快的话，表示我们国家就是很安全的哈。是的。我现在讲一些题外话了，只是说刚才在这边的时候听了一些委员讲的国旗与香蕉。老实说了，我这辈子也可能只有前几天的五二零有这个荣幸接到这个邀请函，我有去参加，我珍惜我这辈子可能唯一的一次。是没有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大家拿着小国旗了哈，这是有点比较遗憾。我也不是跟黄委员呛下了，我是说明那天的情境了。那个活动是比较乡土味一点的，算是用个小牛车啦、小拖车这样子，带了一些我们台湾的农产品，啊，其中包括了香蕉啦、木瓜啦、红萝卜啦。五味博巴拉啦什么都有了哈，当然就是装扮的这个农夫就送到这个台上来。现在好在的是怎么样的啊，另外一个区块，当然我这边看不到，电视是看到没有错，那边发很多很多委员，我不敢说几乎人手一条了哈，这很多委员在吃啊，可能发剩下最后一条就发上来到我这个区块，我坐第二排，那我们第一排有一个美女委员，就只有她拿到那一条，我也不说谁，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哈。所以，我这个七块只有她有，啊，人手一条，可能是那边那个七块的了哈。所以我好在我没有拿到，我有拿到的话，就黄委员讲的人手一条，我大概是描述刚才那个情景了哈，那是无关紧要的。刚刚也有人提到陆战队，部长你也说你喜欢陆战队，但是我要提醒你哦，好像马总统下任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去陆跑，一日小小字陆战队，后面终身小小字陆战队，你如果跟他一样喜欢的嗜好，会不会跟你的官运有所影响，我是不知道了哈。
我顺便请教部长一下，讲到陆战队，现在陆战队的一些退役的一些陆战队友们，在提了一个废掉这个辅班迷彩，我们现在采用这个数位迷彩，他们也不是说怎么样大的反弹，至少我知道六月六号在忠烈祠，他全国的那个要集结，然后要到贵部去陈情。我在这边想请问的是说，有关辅班迷彩这块区块，当然他们有他那个我们都不讲了，有转还的余地吗？就这样就好。还有考虑的空间吗？还有回复他们陆战队的这个精神的代表的辅班迷彩吗？有可能吗？这样子。委员，我们这样子好不好？假如他们取消这一些民粹式的活动，我们有协商的空间。假如你硬要用民粹式的活动，让我们无法执行，这个我部长无法承担。部长，今天我承担您。部长，你要相信你喜欢的那个陆战队的那个退役的，他们不是民粹的，他们我想了，他们一定是很理智的，很有次序的，很安静的去跟部里面澄清，这点我相信他们会是这样。这个我一定接受。好，他有表达他的这个权利的。好，这个我希望言论的自由也有这个转圜的余地了哈。是，毕竟我之前我也咨询过，毕竟陆战队的战场沙滩呐、啊、什么那些颜色那些总是有点不一样嘛。是的，是。何况他们的那个荣誉感那些不用讲，大家也就知道了嘛哈。好，这点就到此为止。然后我再请问部长一下，刚刚委员也有教了你了，我也不问你说你支持不支持台独的这个议题了，你也讲出来过了，反正有人教你说不要再讲，你也不用讲。我只是想要请问你，有委员讲，国人也好，军中跑者也好，也很多人支持台独，我都不否认。就照这个提成这个一直进行下去的话，有一天可能经过了公民投票公投还是怎么样通过了，甚至于我们政府宣布了，我只问你一下，我们如果一旦宣布台湾独立，两岸会兵戎相见吗？就这样就好。现在评论这个事情好像太早了一点。部长，这个应该不用评论吧？我想他们不会那么笨，要用武力来侵犯我们吧？他不会这么笨，但是他可能会接受我们台湾宣布独立吗？他再不接受，也不一定非要用武力不可。我是最好希望是这样子哦。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准备，要有应战的准备，这是国防部应该做的。好，那我请问部长，从一月十六号选举结果出来到现在，共军那边有没有任何的异常的什么军事活动？并没有特殊的。没有特别什么？没有特别的。好，部长，这个吴傲林就职演说啊，这个蔡总统的就职演说可以说正面的评价比较多了哈，甚至于我们李前总统媒体问他，老人家给他打了100分。我现在要说的是说，相较于4年前马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提及国家安全是中华民国生存的关键，他并阐明了两岸外交国防是确保我们台湾安全的铁三角。其中他一大段还详述铁三角之一的国防政策，包括军购、国防工业自主、强化兵力整建，甚至于连国军协助救灾等等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这次我们蔡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全，对我们的国防的政策，你也全程参与的，你有听到我们蔡总统有讲到国防、国家安全
只字片语吗？好像没有。为什么？国家安全不重要吗？国家安全重要。我看他的表达是先把我们的困境告诉大家，我们再怎么努力，他并没有忽视这一块。没有提到这一点呢、啊。以前总统打100分了、啊，老实说了，我就不太认同了，至少就有扣分了。蔡总统他对部长也好，对国防部也好，没有提到这些字，是另外一回事。我担心的是说，总统对于国家的安全、对于国防的政策都没有提到的话，会不会是他不重视这些议题，才是我们国人最担心的最大的危机？把他好的解释好了啦，可能他很有自信，我不需要提。我没有需要提这个国防的，我国防都没有问题，是这样子吧？他请我来当这个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他特别给我讲，他说我对你100%的信任。那就是说，就职也说不用提了哈，不用提了，反正有事就我们部里面都准备好了的。好，那也没关系的。其实哈，我要讲的议题啊，其实被一些都自己打乱掉了的哈。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哦，人家说的“天下虽安啊，万战必危”啊，我们现在也没有“天下虽安”的这个客观条件哦。是的，我们随时都是要备战的状态。是的，但是讲起来，先不台独的话，都还不可能，不见得会兵戎相见。我看我们三军战士哦，也可能不用太辛苦了。部长是不是？不，但我们这个所谓我们要备战，这个建军，这都是不可以忽视的。不，我们并不惧他们来武力侵犯，我们不会畏惧的。好，我剩下2分钟的时间，刚刚也好多委员都有提过了哈，我们就轻松一点。我也不是消遣。我们现在部长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有关我们这个业务报告，刚刚有好多委员也讲过的，这个页数也不讲了啊，这个含附件这个30几页跟我们没有含附页这个3页半了、啊、这个也不用讲的。但是部长，那个教育部已经要那个课纲微调已经要废止了、哦、但是你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报告哈、啊、可能有点课纲微调的那个味道哦，那刚刚有那个委员他有秀出来，只是没有把它念出来。其实这个8、9样里面啊，其实也不过就是1、2个字，不太一样而已啦，是不是？老实说，哦，8项里面有6项，也差不多跟3月份的时候的标题大概一样，就是课纲微调修个2个字这样子而已啦。最后我要在这边给部长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可能上任以后在短期间内或者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会调动一些高层的一些军种的司令还是什么种种啊。但是在这边志龙给部长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要任命迁选还是怎么样的时候，你要非常详细的去探听打听这个人适才适所的用，不要说曝了光，有了这个名字以后，以前发生很多的事情，譬如说，你可能任命我做陆军司令，那我们启程兄他也有这个资格，我给你宣布私底下讲了以后，启程兄把我以前不太正面的，或者是有分外情了，有什么？就丢给周刊啦、啊，丢给媒体，打个比方而已啦，各位。所以说，你要很详细的了解那个人，100%你相信他，你才可以把他来任用他。是的，我好心良心建议了，是，不要把真的好的人的人才淹没掉了。喂，您交代的跟指导，我们会非常重视。谢谢部长，是部长一起加油。谢谢委员。好。
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咨询。及各位同仁、冯部长及各位长官，是不是请到部长？请冯部长备询。部长你好，委员好。简单几个问题请问您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想请问一下，国建国造、国基国造，这个是蔡总统的一个政策的目标。其实我觉得历任的国家元首或历任的部长，其实对于这个部分都有若干程度的宣示。请问您对于建、基、前建这三样，好，大家认为是一个相当具有指标性的，好，在军舰的部分、前舰的部分，包括台船，好，这个他们都认为说是没问题的，好，可是呢，在技术的能力上，其实能够做到多少程度的这个自制，其实这也是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尽管你刚曾经回答过说，即使是波音客机。很多的这个零件也是这个从现货市场上买下来的，可是没有错，可是人家从来不会怀疑这个波音公司它不会这个制造飞机，所以我们要的是一个明确的定义。您觉得在您任内将来这个政策的目标是如何？我同意一点什么哪一点呢？不是520一觉醒来以后突然变成原来不会造了，今天就会造了，神明也没有指示了，但是不可能520一觉醒来之后什么都不一样。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还是按部就班的做。您觉得以舰、机、前舰三个这个能够宣示，总统也宣示，你也列为政治目标，哪一个难易程度比较高？哪一个最难？做前舰当然是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对。那这个比较困难，多么比较困难，多么困难？我想这三样啊，这个像国基国造，包括我在汉翔当过董事长，我觉得这中间还是有困难的。但是就撇开发动机了，这个我们发动机都不可能了。但是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争取国外的技术合作或者协助。这个也是我们自主，至少我们所有的研发都留在国内。三样了，以国机来讲，机体没问题，战系还有发动机，是发动机是可能要外购的。对了，是啊，战系呢，这个电子作战的，包括这些，我们中科院可以做，可以做，已经有了。机体更没问题了，是对不对？应该是没问题。好，那以军舰呢？帕里奇军舰我们都已经成功级都可以做了，可是更进一步的呢？是打造舰艇，还是？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不会人家人家看到这个，譬如说之前我们在买这个拉法叶的时候，你要讲到韩国的蔚山级的这个巡防舰，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韩国设计，韩国可以制造，我们不会怀疑说它发动机造不造得出来，因为这可能是要外购，但是人家知道那个是韩国舰，我们知道拉法叶那个是法国舰，我们有没有一个可以自己做的？的军舰，人家说啊，这个是台湾的代表作。是跟吴将军，跟委员报告，我们去年的磐石军舰就是台船造的，我们的沱江军舰就是龙德船厂造的。我们的海军从那设计图是我们中央院设计的吧？这国内设计。对啊，战就是我们就可以成为台湾的代表作。是是是，包括战系也是中科院的。海军自从造舰到现在，在国内造了136艘。嗯哼，只是没有造过潜舰，所以潜舰今年开始。到108年是做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再决定它的期程、价款、预算，然后在后续的潜舰比较像是摸着石头过河。潜舰有一无设计图，二无现货可让你拆解。人家之前，我相信在前任高部长在任内，您也是同样在这咨询台上，人家在问到逆向工程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海狮海象啊？不是海龙海尾，海狮海象切开来怎么样做哈？这个逆向工程其实讲了是几个月了，不可能几个月之间就大要进了。特别跟委员报告，请说，这个我们有基本的图说。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都已经公布了，我们在前两年
到国际的各个国家，就私人的船厂里面、啊，是请他们提供一些的技术的资源。所以现在从设计到建造，虽然在国内，但是有许多有经验的、曾经造过、设计过潜舰的这个合约商来协助我们国内在国内的建造，也就是逐渐的做技术的移转。除了技术难度之外，还有包括外国政府的态度，更牵涉到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吧？是。最主要是我们看，尤其在合约管理啊，在这个系统整合里面，当然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我们自己能做的话，就不用看人家了。我们逐次的，因为从第一招开始要建立能量，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多，我们自己做。是。好，谢谢。接下来部长，请问另一个问题啊，刚刚委员好几位委员提到666号海军陆战队的这个虎斑迷彩的事情，是吧？您有提到了，说如果他们用理性的方式，不用民粹的方式，您会考虑。那如果用民粹的方式，对不起，我这个国防部长就没有办法承担，是不是这样说的？是的，我这么说的。您的定义什么样叫民粹？可不可以具象一点，让大家不要踩到你认为的民粹的这个红线，而可以理性的跟你讨论问题。你说，我希望他不要在外面又丢石头，又丢标语，甚至于丢了一些不应该丢的东西。对，不丢东西。假如你理性的，对，跟我要座谈，我都愿意座谈。嗯，您知道六月六号已经有这个事情了。然后有好几位，当然也不是说侠立委自重，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是要表达诉求，立委是自愿去参加的。是，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您会不会预留时间跟他们理性沟通？如果他们整个过程是理性的，这个我是要看你的行程，应该要这么做的。好，就其实也可以有情形，有种情形哈，比如说那当天来了，如果说您刚好就真的有重大的行程啊，您可以跟他们，我跟你约时间，表示。展现一下诚意，我跟你约时间，好，约哪一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好，技术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为什么国防部要这么做？那你们的意见如何？有没有中间有没有一个可以共同达到共识的部分？是吧？是的，可以这样做吧？可以。好，不丢标语，不丢石头，不丢鸡蛋，啊，是吧？然后不做人身攻击，可以做理性的沟通。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讨论的空间。您愿意？是这个讨论好，另外一个好，谢谢。我要请问部长，有另外一个讨论的空间、哦、之前曾经提过，先前委员问到了，就是说许多人要这个有一些年轻的军官，好、哦，借着这个精神上的疾病，好、哦，想要退伍，是不管是实际上。或者是真的是有一个这个假借疾病，我们因为还不知道，因为也要尊重专业判断。以数字上来讲，国军军事官兵主动退伍，好、哦、申请退伍，不是说这个不是说被列入汰除对象的，主动申请退伍，以身体上的疾病跟精神上的疾病，这个比率多少？有没有数字？来，请。包委员，请。第一次啊，委员上一次那个罗委员在质询时候，我们也跟他报告过了。从101年到105年的四月份呢、啊，我们因为精神疾病自愿役的军官士官，因为是因病退伍的，是1826，其中有1440个是精神疾病，1400多位，是，所以占了70%，六成多，70%，大概差不多，差不多吧，是1000，所以这个数字不可谓不高。这有两个情形啊，有两个情形，一个是认为这个东西是个巧门，我不想服役又不想赔钱，好、哦、用这个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军中的生活、军中的训练背景或军中的生涯，真的容易让人家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管你是从哪个方向讲，好、哦，就如果前面当然是你个人的问题，后面是制度的问题，那这个部里头。有没有想要怎么样检讨思考过是要从哪个方向来处理来避免这样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从军是变成很容易这样比较相对比较容易的，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压力啊，是好，每个行业都有压力、啊。报委员，我是军局局长，有关于这部分的话，因为那个军事，你有没有做过跨国的比较？有军事的职场本身就是高压力的一个环境啊，各国皆然。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国军来讲的话，刚刚那个是因病退伍的一笔百分比，我们应该是说
因为精神疾病的百分比多少？我们国内大概 3.56%， 3.56%。但是美军的话大概是我们的八倍，它是大概20%。你说什么？八倍啊，百分之一？八倍。3.56%，八倍是多少？对对对，它30%啊。对，差不多。罹患精神疾患的一个百分比。然后因为我们本身呢，在那你表示什么？中华民国军队还是相当优渥的。不应该这么轻松的，不应该这么压力相当少的。我比起美军来讲，应该各国它本身军队的作战的一个环境跟它的一个是啦训练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人家有实战啊。但是我们确定就是说，我们在做心辅的三级的一个心辅的一个机制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那个一个辅导。局长，你给我美军的数字是多少？是多少？美军的数字？美军本身呢是这边的数字38.7啊。38.7，但是事实上，如果是日本呢？日本我们这边没有。你还有哪国？加拿大的话是百分之，今天早上有一个数据啊，加拿大是15%多。15点多是。都远大于中华民国国军。是。所以问题是还好。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尽量做落实我们的那个心腹的那个。这个数字你书面的给我一份，好吧？是，没问题。最后问题，请问部长。部长，您曾经担任过这个公庙的主委，多久了？大概有6年7年。6、7年间。对。那您担任部长之后，应该比较少机会回公庙参拜了。好像都没有回去过，没时间。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个人信仰，我们都予尊重。是。不管是这个任何的宗教信仰，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在这个部分避免让国人有一种。就是说，这个问这个到底要问鬼神还是问黎明哈、这部分，我相信你不会犯这个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信仰，我还在提醒我们，其实就连总统也要到各大公庙参拜。好，这个只是希望说您稍微注意。谢谢，我知道了。谢谢部长。谢谢。下一位，请。徐耀明委员，徐耀明不在，请简东明委员，简东明不在，请赖瑞荣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啊，请那个冯部长。部长备询。部长早。委员早。好，部长辛苦哦。谢谢部长，请教一下哈，你现在上任这样72小时，差不多。好，我想问一下了哈，你听完了报告了吗？内部的报告听完了吗？应该有，就是相关的，基本上各单位会跟你做例行性的一个报告嘛。只剩下那个我们国防预算的，他们要给我金报，还剩国防预算金报，其他都听完了。其他都听完了。那这样算蛮快的哈，很快的一个时间了哈，因为。我自己也当过首长了，我知道那个其实，特别是国防部这么大一个部会那个时间相当紧，所以哦也辛苦了哈。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立法院要求来这个业务报告，那是一定要到了哈。但是我想也是部长辛苦了哈。我想很多业务还必须要更多时间去做一些整个，不管是了解甚至调整的哈，毕竟不在那个位置上。好，那我想谈的还有一个是，我想先问一下了哈。从520到今天啊，这几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异样？就是两岸之间，或者是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状况？当面的敌情都没有，都没有了，没有特殊。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510前夕的时候有中共那边有做了一些军事的一些登陆的演习啦，包括在听说地点是在西子湾，模拟西子湾啦，这是事实吗？我请林二次长来答复这个事情。哦，也可以，好。委员好，我是情报次长。是，他那个是历史的档案的资料，是去年的，不是今年的。哦，所以不是这一次。不是这一次。哦，那大家传的好像这520前有这样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个是去年的历史的资料，不是这一次的。包括那个飞弹的都是去年的。我说的是520那个西子湾的有一个登陆的一个演习的。对，这是历史资料。这历史资料是旧的了哈，这并不是事实了哈。不是。好，谢谢。好，那再来。我想要问一下叫部长啦，一些跟政策面有关，小英总统一直有提到国基国造，潜舰国造，那我的选区前镇小港啊，特别是小港
这个我们的造船产业相当强了，台船包括我们的庆富、中信等等，我们的造船产业是相当的坚强的。那前阵子刚造了14000 T 的一个大船，阳明货运的一个大船。我想要了解一下，目前为止这个潜舰国造的部分的目前有怎样的规划跟进度吗？还是部里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委员好，我是海军参谋长梅家树，现在由我来跟您报告一下我们潜舰国造的一个进度。我们潜舰国造基本上我们区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设计者的阶段，第二个是建造的阶段。那在设计的阶段，我们是从105年到108年，我们要实施的是合约设计。那合约设计最主要的目的，能够把我们最后的一个船潜舰的一个它的一个规格能够完全的确定，那后续才能够做潜舰的一个建造。那当合约设计结束之后，我们才能够确认我们后续的建造期程、我们的预算，还有它的一个潜舰的一个形式。报告完毕。那之前的时候，我有看到有一份资料是提到，潜舰的部分是2015年要招标，这个招标完成了吗？跟委员报告，我们是着重的是合约设计的招标，是在105年我们要完成。完成了吗？现在正在执行中。在执行中，预定是几月份要完成？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要完成。预计年底完成，是在那可以如期在2024年来完成我们的潜舰。我们还是要是那个合约设计结束的之后，我们了解全班的一个规划。目前的规划期程是2024年了哈。是的，没有改变嘛哈。目前我们还是按照建案期程在走。好，好，另外一个是有关于那个国舰的部分哈，我有看到你们好像一个2栖船坞的一个运输舰的部分，这个是也是今年要招标吗？我们现在在我们的 年度上面还是按照这个期程在执行有关我们的那个登陆舰的这个规划。好，所以都还在这些的期程当中了。是。所以预定在20年内投入8000亿，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我们这个因为都是国建国造的这些兵力，而国建国造我们基本的概念都是从原型舰出来之后，然后在后续作为它的量产，所以说都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后续会做机动的调整。好，我再问一下部长了哈，部长，我这边有一个原先的这个军方国建国造的计划的一览表了哈，包括这个猎雷舰，包括整个相关的一些军舰了哈，包括国造的潜舰哈，预定6艘，4000到5000亿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式的军舰等等，好，还有包括新型的飞弹舰等等，这个部分哈，这个图上有秀出来了，这个部分部长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要调整的？目前你有初步的看法吗？没有关系，如果还没有，也许你可以回去再。目前还没有特别的那个了，所以移到目前为止的话，都还会照既定的期程去走。是，好，会照期程去走了。好，谢谢。那好，那再来，我想请教的是，我的选区内了哈，有一个，其实也是长期来一直在关心的哈，包括市政府哈，市长这边也关心，包括刘钊伟哈，刘世芳刘钊伟也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205兵工厂的迁移了哈。那上个礼拜，这个刘钊伟安排的国防委员会去现场去看的了哈。那原则上在已经这个代签代建的部分已经跟高雄市政府签了，那预定在6月份的时候，国防部这边跟高雄市政府要签合作的意向书。这个部分部长知道吗？知道。那部长6月份可以来签署完成，没有问题吧？我让承办单位来答复。好。我们这个目前我们在下个月会开一个专案小组会议，就是部四级专案小组会议以后确定详细的确定时间，原则上是高雄市政府规划是在6月份，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国防部都准备好了。好，所以部长我请教你，所以你也准备好了嘛齁，如果就是幕僚作业我问过了，因为幕僚作业相关都完成了，那只要敲定了部长的时间跟陈局市长时间，这个部分意向书就可以来签订了。我相信他们准备的完备。好，我因为这个。这个我也必须跟部长提一下了，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图了哈。这个我们讲的亚洲新湾区哈，过去以来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多的是在工业的用地哈，前阵那边工业用地，然后当然还有包括205厂也在这边哦。但是其实它是港湾边非常漂亮的地哈，那这几年来其实不断的改变发展，它会对未来的高雄的产业转型有很大的一个注意了哈。那这个也从1997年吴敦义副总统了，前副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要迁移。过了18年了，其实还没有签、那到了今年的6月，如果能够顺利的由部长跟市长来签订这个合作意向书，其实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哈。那等于是也让整个地方上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一个注意了哈。所以也希望部长能够大力来支持了哈，
因为现在目前的期程，我所了解的期程的部分，还是有可能要超将近七八年的时间呐、啊，那是非常漫长哦。这个地方我讲、哦、我想这是高雄展览馆等周边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在开发起来了。那一个地方在等八年，其实进展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哦、那我们希望部长能够协助了哈、哦，帮忙高雄在地方产业的转型跟发展上面能够来加速来协助。那相关的期程，高雄市政府那边我知道市府团队很积极的在缩短期程，因为包括代签代建，包括经费的筹措。市府也先动用了这个平均地权基金，要先来垫资，所以其实市府的动作是很积极，那可能要拜托部长这边再密切的关心、啊、我知道部里的同仁也很积极在推动，但是也请部长再更多的支持跟关心，那让这个期程能够缩短，因为它包括牵扯到污染的整治，包括迁厂的一些期程，这个都需要部里的同仁大力的支持。我们会全力支持，好不好？那这个就再麻烦部长了，好，那。另外有关于国机国造的部分，这个部长是比较熟了哈，您担任过那个，我想确认一下哈，国机国造这个部分的期程上面有没有一些改变？报委员，我是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有关于国机国造的这个所有的进度啊，我们都按照预划来执行。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仍然是规划在106年到117年。获得66架，然后编列预算大概是在690亿，所以目前我们的阶段呢、啊、都是按照正常进度，没有落后。好，我看到你们之前有一份的新闻稿是提到这个3月30号的新闻稿，今年3月30号新闻稿说这个国际国造、哦、本部一贯政策、哦、在满足整个空军基础飞训任务目标所订定的飞机性能获得期程跟预算额度的前提下、哦、依政策办理。我不知道这三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变数哈？飞机性能、获得期程跟预算额度，包委员这都没有变，因为这就是我们当时啊在提出我们高教机啊所有在预算、性能还有这个期程啊都是符合我们空军要求，那我们所有未来的招标文件都是以这个为主。好，所以不会有变化了，不会有变化。部长你也持续的支持这相关的计划了哈。好，那个那也谢谢部长了，那还是希望部长能够大力的支持了哈。我想。高雄面临一个产业上的转型，那这几年的整个造船业的国际的竞争也相当激烈了哈。那这个国建国造的部分，其实南部的部分大家期待非常的深哈，那也希望它能够转化成带动国内的经济的一个动力，那当然也让我们的国防实力能够更提升了哈。这个也请部长再多大力支持我们的国建国造，还有包括205厂的一个迁移的工程。是的，再次感谢部长，好，谢谢部长辛苦了哈，谢谢。好，下一位，请姚文智委员质询。姚文智不在，请陈柔珀委员。陈柔珀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不在。李彦秀不在。王惠美不在。陈明文不在，请邱志伟委员质询。哦，谢主席，有请冯部长。请冯部长。委员好。哎，部长，部长，这个中华民国国军啊，当然是保家卫国，当然目的就是说避免对台湾主权或者对台湾人民生命财产有安全的敌意的国家，来造成这个台湾主权的伤害或者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哈。那中华民国国军面对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哪一国？是我们对岸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整军建军备战都是为了防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对台湾主权的威胁跟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嘛。好，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亚太有一定的盟友，在亚太地区有那跟美国啊，虽然这个没有实质上的战略的这个台面上的战略同盟，但事实上在直管通信上面啦、啊，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个联系跟管道。所以在跟美方在直管通信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现在互动的程度或者这个
联系两军联系的这个管道是不是都依然是顺畅的？是的。好，除了在亚太地区有美国是我们潜在的这个盟友哈，在直管通讯我刚刚说的战略战术上的协调，那另外日本算不算我们的潜在性的战略同盟？我们可以去建立，可以去建议，那就是未来事喽。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美日友好，安保哎、欸，部长你也知道吗？知道，美日安保它扩及在它范围扩及到台湾本岛哎、欸，当台湾本岛有发生类似危害美日安保的时候，美日安保可以依据美方跟日方可以依据美日安保来做相关的这个措施跟作为嘛哈？是的。所以美日是战略同盟啊，是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啊，战术相互合作协调啊。那我们跟日方有没有这种管道，类似于台湾跟美军之间的这个直管通行的协调？我知道这是有，所以不是未来事嘛，有嘛。而且我刚刚讲的是可以再继续加强，可以再加强嘛哈。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做一个结论，说在亚太地区，美国跟日本是我国在战略上、战术上的同盟的友邦，那我们有一致性的敌人，一致性的对我国主权或者对美国、日本有国家利益伤害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所以跟美军、跟这个日本，当然一定要形成啊良善的这个战略互动跟战术的协调嘛。这部分我希望说啊，部长您上任之后哈。要基于国家利益，好，不要基于说这个跟日本人某些的这个啊个别事件的冲突，而影响说两军在战略上的这个同盟的质量的关系。那你同意吗？同意。好，所以这部分要强化哈。是的。因为520到现在已经才两天哈，那这个共军在这个东南沿海的部署，或者在南海。或者在东海的这个战略的部署啦、啊，军队的调动啊，有没有相关异常的现象？目前没有异常的现象，但是我可以给委员报告，我们都能够掌控到他们的这个动态。所以他飞机有移防，他那个人员有调动，我们这个都有全盘掌握。是的。那有没有相关的因应作为？我们除了平常的这个战备之外啊。还有我们训练的时候都会摆在我们有利的空域训练，防止中共的突击，这些我们都有做万全的准备。所以空军的妥善率就非常重要了、是的、我们主力战机、这个包括这个幻象，包括 F-16 包括 IDF 主力战机的妥善率就相当重要、如果立即、能够执行这个战备任务，这个非常的重要。是的。所以部长您是空军出身，所以对这个空军的要求应该要特别的理解，也特别严格、是的。因为这个如果共军来袭，我们第一个一定是在空域上的防卫嘛，那当然是需要我们这个战机有一个妥适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的。所以我是担心说，这个我们先进战机的这个妥适率啊，是不是达到我们的要求、因为这个一个战机。通常都是台币十几亿，一个国文化部的预算才170亿，170亿的文化部预算，我只能买10台到12台的这个 Mirage， 所以它的妥善率很重要，因为都是国民的纳税钱去让国军有那精良的这个战斗机，所以要怎么样维持它的妥善率啊？报告员，跟您报告，有关于我们所有飞机的妥善率，事实上按照我们国防部所定班的部分标准我们都达到我们的标准，那他也能够在平时担负所有台海周边的标准，我就要检讨标准要提高了。报告员，我跟您报告，事实上我们的标准已经是非常高。你跟美军的这个妥善率比较呢？报告员，这个应该要看他任务的特性来做决定。好比说，我现在我们任务的强度会比美军更强。我们现在的强度事实上来讲，已经可以达到维持台海周边我们所有防空、领空的安全。所以，我们平均妥善率在所有战机上来讲的话，事实上来讲，我们都已经达到60到65。这个比例。十架有4架还在封存吗？我跟您报告，65，我们事实上来讲。我们24小时，我们都有担负跑头警戒任务。你也非常清楚，我们所担负是不分
平常啊，或者是说日间和昼间，我是说是以美军的标准，妥善率应该是多少？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各国家的国情不同，敌情不同，他的标准不一样。我说的美军的这个战略强度应该比我们更强，战备的强度应该比我们更强。他在本土上，事实上来讲，他妥善率并不是这么高，可是他在战区来讲的话，他妥善率势必要提高。所以你现在说60-65%的妥善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是。就十架里面有四架不能马上升空任务。报委员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飞机六成是怎样？所谓妥善，事实上来讲，我们飞机也是必须要定期进场去维修。妥善可以立即升空作战，是可以的嘛？是可以的。好，你说六成嘛？是的，你拿到六成，那意思就还有30%-40%。我跟委员不能立即升空去执行战备任务嘛？我跟委员报告，如果一旦状况提升，我们会立即提升5%的妥善率，这是没有问题的。5%-70%啊？是的。那还有三层，还有十架里面还是三架，这个是幻象，不能升空啊。这个是依照作战的流程，它持续的把它的妥善率来提高。如果说你提升到战备的时候，提升到80-90%，我觉得本应该可以接受。这个目标太消极。包委员，这个我们在所有的战，这个目到底问题在哪里？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目标精进作为到80-90%？我觉得你要拿出决心呢，是到底是维修出问题，还是、这个、报员这是可以的。我跟您报告，我们现在很多的您所知道的这个所谓的环控的飞机，事实上来讲，在战时的时候，我们解封的时候，它依照我们作战期程，事实上是把我们的妥善率事实上要拉到90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就是要看战况的发展，因为您知道妥善率它事实上就是要靠零附件还有所谓的国防预算来支撑。问题说这个附件可能太贵，可能补充不足，可能我们技术掌控在这个法国手上，没有办法立即去这个做相关的这个补救措施，所以妥善率一直只能到60%-70%。跟委员报告，我们事实上战备库存都是够的，所以提高妥善率是不是成问题的？我的结论就是部长，您上年您空军出身，我觉得妥善率应该把这个标准再提高，是最起码到80%。那我如果没有办法达到80%，到底原因出在哪里？是预算不够，是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我觉得把原因找出来。是的，好。另外，这个当然你还没上任之前呢、我们大概上个礼拜也讨论到这个第四军种的问题。那国防部现在对第四军种，当然这个现任的这个刚上任的国安会的这个副秘书长陈文正，他提出所谓的第四军种支电为主哈。他希望说能够在2019年来成立，啊，2024全面运作，大概3年之后我们要成立，对不对？3年之后成立，然后8年之后就要全面运作，那整个部队人数大概编制6000人。目前国防部您上任之后，您对这种这个所谓规划这种目标，您的看法呢？这个行政院里面呢有很多的单位愿意支援我们，而且这个单位我刚刚有报告过，我们希望主导是由国防部来主导，但最后这个单位放在哪里还没有定论，但是我们国防部是主力，治安办是治安办在统一协调嘛，对，所以治安办他现在这个主任换来换去啊，而且他也不是资讯也不是这个国土安全的专家，是，但是我们这一块军中的这一块是永远不变的，所谓不变就是说不会因为他换人。我的问题简单哈，而且是很明确，就是说国防部有没有这个规划？2019成立第四军种，我们有这个决心要做，有这个规划，对，也希望能够在2024年全部来运作。是的，那原额编制也是6000人左右。那看到时候再看，那预算够不够？那预算要花多少钱？那个预算现在还无法估计。所以我刚刚所强调的就是说，这个陈文正这个国安会副秘书长所提示的，国防部希望在2019年成立第四军种，而且他的官这个编阶为上将哦，这不他讲的都是目前这个国防部是在执行的方向嘛？希望2024年也能够全面运作。我们还在研究中。啊？我们还在研究，这是一个方向了哈。对对，所以陈文正讲的，它是一个方向，是的，是国防部努力的方向。来看实际的状况发展，这跟上礼拜来这个副部长讲的又好像不太一样。好，谢谢，谢谢。下一位，请吴志扬委员咨询。吴志扬不在。
林俊宪委员质询，林俊宪，林俊宪不在。严宽恒委员，严宽恒，严宽恒不在。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不在。徐真卫委员，徐真卫，徐真卫不在。好，本次议程已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不在场以外，均已发言完毕。我们报告跟询答结束。那这一次口头质询的部分，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者要求补充资料的部分，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以书面答复提供。我们今天会议到此散会。